Hello，Hello，hello, 大家下午好。来，原被斗鱼的宝贝儿都可以进入我们直播间了啊。来，大家下午好，下午好啊。好，我先进一下原被直播间吧，我自己都没有进来啊，自己还没进来。正好不是。哎，我这怎么进不来？但我这咋进不来呢？那原贝的同学，你们能进来吗？为什么我怎么进不来？好了，那进来了啊，进来了。Hello，Hello，下午好，我来了，下午好。刘海梳一下，每次这个刘海，总感觉要分家了。大家下午好，哎，会，OK，刘海梳一下。下午好，下午好，我们今天讲的是科目一的内容了啊。很多人想听科一的啊，特别是我们讲科一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啊，错过我明天讲科四了，你知道吗？我们每天讲的科目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如果你是学什么科目的，你就在我们讲什么科目的时候。尽早来，尽快来，对吧？直播间都可以，我们是直播啊，不是录播，宝贝儿。目前呢，我们直播间还没有什么，就斗鱼这边啊，还没有就是录播的课程，录播的内容没有啊。但是原贝这边是有的，所以如果你们想看录播的课程的，可以来咱们原贝直播间，好不好？可以来原贝的 APP 上面啊，有我们之前讲课的一些回放啊，一些录播课程啊都有的。把头发整理一下，这头发怎么老是容易分家呢？分叉，哈哈，下午好，大家来了没？来了，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啊。刚开播人可能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菲菲教练。那我们直播间呢，主要就是给大家讲一些科一和科四的理论方面的知识的。那我们只讲小车啊。如果说你是学习摩托车、客车、货车来看过来了啊，千万不要点错题库。之前很多人点错题库，跑我们直播间来学货车来了，对吧？点击我的，然后它下面这里啊有一个小题库，这里有小车、摩托车、客车、货车都有啊。你学啥的就去看什么就行了啊，点击切换一下就行了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就是学了半天，发现哎呀跟你学的考的不一样，跟新原被架考后经常强制退出，然后越来越多了，我都没更新得了，我好像没有更新哎。你看你哪里可以反应吗？啊，行，你也给了反应行吧？到时候我去找他们说一下。啊，经常强制退出是吧？好的，没问题啊。感谢反馈啊，感谢宝贝的反馈。但是别说你了，我发现我去更新的话都更新不过来。到时候我跟他们说一下吧，看什么情况啊？可能是技术那边的问题。好久没见过 Rose，怎么了？Rose 不好看吗？是不是？可能因为冬天白色比较多啊，所以冬天它比较适合 Rose。你没发现？冬天很少有人穿黑色的，是不是？冬天很多衣服都比较适合 Rose 啊，好，我们来开始正式讲课了啊，讲一下精选题啊。上节课我们讲哪儿了？还有人记得不？还讲150几题了，这个我们讲过了吧？啊，我想起来了，我为什么这些题这么眼熟？想起来了啊。102，其实上节课我们讲102了，但这些题目我们都见过了，你们还记得不？为啥见过？因为那天有一个同学说，哎呀，他想看一些就是仪表题，所以我把仪表题给你们翻出来，给同学们看了一下，还记不记得？那所以，我感觉这些题目很眼熟啊，很眼熟。那每天来学习同学可能不一样啊，所以咱们再给大家讲一遍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哎呀，刚喝了一杯水，现在有点。有点撑，老打嗝，刚喝了一杯水。好的，好了，那我们第一道题先来看一下啊，标线问题，先来看一下这个图啊，来标线问题，路中心黄色虚线的含义呢是分隔对向交通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越线超车或者是转弯，
A 正确，B 错误。来，我们看看这道题啊，关于标线问题。首先，题目说是黄色啊，黄色还是白色？这个颜色呢，就是用来划分同向还是对向交通流的。黄色是对向交通流，是正确的啊。什么叫做对向交通流？看箭头的方向啊，对，是正确的啊。分析精选科一视频主要讲解后，反复看和听。元旦后我也要考科目一了，旺旺要通过呀！啊，恭喜恭喜宝贝儿啊！恭喜宝贝儿，希望你啊，你能够通过过科，好不好？你去看一下我们录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啊差不多的啊。你元旦之后才考啊，是不是想让自己先过一个快乐的元旦，是吧？那我就在这里祝，提前祝你元旦快乐，祝你逢考必过，考的都会，好不好？大家祝大家喜迎2020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斗鱼账号"菲菲驾考"，到时候呢，元旦跨年就31号晚上啊，跨年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过元旦啊！因为到时候会有一些户外直播，就是我自己的日常直播啊，就不上课了。元旦的话，我大概会休息2到3天这个样子啊，所以元旦起之前这几天的讲课你一定要珍惜了，因为元旦我也会休息几天啊，有其他安排了，会有一些户外直播，元贝这边是看不到的，你可以来斗鱼看啊。来，所以这道题选 A 选项是正确，没错啊，是正确的，已经有人答对了。那为什么呢？黄色分隔对向交通流，什么叫对向？你看一个箭头过来，一个箭头过去，两个方向就是对向。那白色呢？如果是白色的线，不管是虚线还是实线啊，我们先分颜色，再分虚实。白色的线呢，它是分隔同向交通流的，也就是说啊，一条路。两边的箭头是一样的啊，往同一个方向行驶叫做同向交通流啊，所以颜色呢是用来划分交通流的。虚实是干嘛？虚实是让你来看能否通过的啊，能否去跨越的，能否跨越。那这道题是虚线，那题目说可以越线超车或者转弯，对吗？正确啊，选的 A 选项是正确的，因为虚线呢是可以跨越的，但是实线是不可以跨越的。所以能否跨越跟颜色无关，跟虚实有关。颜色呢是跟同向还有对向交通流有关系的啊。很多人觉得，哎呀，黄色这个线，哎，黄色不能跨越吧？黄色这个颜色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能否跨越，咱们看虚实。颜色呢是用来分清楚是对向还是同向的。妈呀，好久没有穿高领了，突然穿高领有点不习惯了。好，下一题啊，来，这个地面标记的含义是。对吗？打嗝打出来舒服多了啊！含义呢是预告前方设有交叉路口，A 正选 B 错。什么时候精选录制科目四啊？科目四其实录好了，已经录完了。像科一、科四的困难题、精选题都录完了，宝贝儿都已经录完了，可能后期还没有剪辑好，到时候剪辑好之后也会给你放下来的，好不好？以后随着来我们元贝驾考学习同学就很幸福了，很幸运了啊！因为很多题目，很多重点题目呢都给大家录下来了。小姐好漂亮，谢谢，谢谢珍惜眼前人，你可真会珍惜眼前人呢，真会珍惜人。好，这道题也看一下，题目说它是交叉路口，对不对呀？自己做做看啊。之前有人专门问我这个标志牌的，虽然它看起来很像一个口，是不是？但不要这么去记啊。怎么去看这个标志牌呢？它是个菱形，对吧？菱形是由什么组成的？人，一个人，两个人，所以两个人手拉手啊，两个人它组成了一个菱形，所以它是什么？它是人行横道的一个预告标志啊。看到这个标志牌呢，就代表前方呢。有，马上就会有人行横道了啊！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这个菱形的话，在我们就是路面上，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路面标记啊，这个路面上很常见，是不是？有没有看见过的？有没有看见过？特别是人行横道前面，基本上都会有这个菱形这个标志的啊，由两个人组成的，所以它是人行横道的预告标志。所以让你选的 B 选项啊，不是交叉路口，而是人行横道哟，选 B 选项错误啊。好，下一题再看一下。路中心的双黄实线啊，双黄实线作用是分隔对向交通流，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可越线超车或者转弯。来，首先看颜色啊，黄色分隔对向交通流是正确的啊，黄色是分隔对向的，白色是分隔同向的。那后半句，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越线超车或者转弯，可以吗？你看是实线哦，实线可以越线吗？可以跨越吗？当然不行啦，是不是？所以选了错误啊，B 选错误。实线呢是不可以跨越的，虚线才是可以跨越的啊。对，实线，如果是虚实线呢？如果一条实线，一条虚线，这个叫做虚实线呢，那还是一样啊。虚线这一侧可以跨越过去，但实线一侧的车呢是不可以跨越过来的啊。其实和虚线、实线是一样的，对吧？虚实线都是一样的啊。好，所以这道题选的 B 选错误啊，实线是不可以跨越的。
好，下一题。那在直播听题的宝贝儿啊，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答答题哦。是不是感觉有点驼背？我也不知道为啥最近四肢无力呢。尽量把背挺直一点啊，挺直一点。坑不起，坑咪。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坑咪啊，因为昨天讲科四，今天讲科一，明天讲科四，我们会这样一科一科一门门轮着来的。好，下一题。如图所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后方对向无来车，可以掉头。A 正确，B 错误啊。来，图片放大，看一下，路中心这个线是什么线？实线，对吧？实线，题目说可以快，可以掉头，可以吗？错啊，不可以。实线的话是不可以去跨越的，所以不能掉头啊。你掉头肯定要压线，对吧？不可以掉头啊，所以这里选 B 选错误。实线不能跨越，就不能掉头，虚线才是可以跨越的哦。好，再往下一题啊，再下一题。来，如图所示，A 车具有优先通过权。哎，这个裙子大了，老是往下掉。来，如图所示，A 车具有优先通过权。这道题考的是我们科目一常考的一个行车优先题的问题，就是你直行、有左转、有右转，大家谁先走的这种问题啊，叫做行车优先题。那我们给大家排过顺序啊，排过顺序叫做一直、二左、三右，对不对？因为让你们背谁让谁，什么转弯让直行啊，什么右转让左转，背谁让谁，你们可能背到最后啊，都不知道谁让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给它排个顺序啊，叫做一直、二左、三右啊。那直行是第一名，第二名是左转，第三名是右转。那我们看一下 A 车是什么？A 车是右转。A 车看它的行驶轨迹啊，行驶路线是右转，右转第几名？第三名。B 车呢？B 车这样转啊，B 车是左转。那么，哎呀妈，不应该在开播前喝一大杯水的，喝的撑老打嗝。来，左转第几名？左转是第二名。说谁先走啊？应该是 B 车具有优先通过权啊。左转先走，右转让左转，一直二左三右。那题目说 A 车就有优先通过权，对吗？你就错了啊。A 车右转弯第三名哦，得让第二名先走，所以这道题选的 B 选项错误啊。A 这道题没有人答题了，是不是？就是以前不太知道、不太懂，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了、补充到了，你就要会啊。一直二左三右这个行车优先题的问题，也是科目一的常考题。做完1910道题，为啥还会出现好多没有做过的？做完了，那你咋知道你做完了呢，宝贝儿？啊，你是把那题目都刷过去？出现好多没有做过的题目，这样啊，你基本上把每道题看过去之后呢，它就算题目之间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考的东西都一样，你没发现？就是你现在去做题目啊，到你考试的时候，如果说有一道题你可能一模一样，你没有见过，很正常呀，对吧？因为题目会灵活变化的呀。但是考的东西是一样的，比如说这道题是行车优先题，考试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把这个 A 车，右转弯改成直行，它就这么稍微一改，但是考的还是行车优先题，还是一直二左三右，所以你把每道题死记硬背的话，我说了，就是可能，也有用，对吧？但是没有那么的去灵活，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懂得它里面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包括它的知识点的。因为一个知识点，咱们可以做十几题都有，是不是？有行车优先题，有判断题，有选择题，还有排序题，是吧？但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啊，不排除你考试的时候有完全没有见过的，但是考的内容肯定是一样的，就出题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了而已，对不对？好，下一题啊，来下一题。好，下一题啊，来，如图所示，通过有这个标志的路口的时候呢，应该减速让行啊。如果你把题目都看完了，题目类型就那么多了，就那么多了，宝贝儿。有时候你是不是模拟的时候发现好多题没有见过，是不是？模拟的时候他要把题目稍微转化个花样，对不对？看你有没有更好的去了解，怎么可能所有题目都一模一样的呢？对吧？包括你正式考试的时候，可能也有个别题是你没有完全一字一字、一个字一个字一样的，但是考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啊，考的内容中心肯定是一样的。好，下一题啊，来，如图所示，通过有这个标志路口的时候，应该减速让行。所以我在直播间讲的题目讲的虽然不是特别快，但是我只要讲的这个东西了，我肯定会帮你这一类的一个知识点都给你梳理一下。就你听完这一题，但是很多题目你就会做了啊。刷题不是目的，我们主要是讲方法，讲一些考点的。好，来看一下啊，图片放大看一下，如图所示，图中有个标志牌儿，这个标志牌呢是一个八角形的一个停牌啊。
看到这个八角形一个亭子，它的含义呢是停车让行。所以，如果前方人行横道上面啊，人行横道上有行人或者飞行车通过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要停车让行才可以啊。跟它相似的还有一个倒三角，还有个倒三角的让字，这个才是减速让行。就是说，你通过这的时候呢，可以减速慢行或者停车让行，就有必要也要停车的，对不对？但你可以减速让行啊。但是这个八角形的停牌呢，就是必须要停车让行。哎，这两个标准牌经常会放在一起考啊。那我们看这道题，这道题是八角形的停牌，那停牌题目，再看题目怎么说？题目说应该减速让行，对吗？错呀，不就选错误了吗？所以 B 选错误啊，应该停车让行，因为八角停牌。你看我讲这道题，我是不是给你补充了好几个相关的题型，补充了好几个标准牌，对不对？考试都有可能会考到啊。给大家补充的东西呢，考试都有可能会考到的。你看这道题又来了，如图所示，A 是具有优先通过权，是不是？题目稍微一改，和前面一道题考的一样吗？一样的呀，还是那句话。哎，第六题谁把我的题目给我点出去了？这道题啊，让我打个勾。哎呀妈，哎呀！刚喝了一杯水啊，来，我这题还不还是我们刚做的一直二左三右吗？对吧？所以一个方法一个技巧，我们可以对应很多道题目的啊。看 A 车是直行，直行第几名？第一名。B 车呢？B 车的左转弯啊，B 车是左转弯，左转第几名？左转是第二名。那谁先走？D 肯定是第一名先走啊，对吧？A 车是第一名啊，哎，所以 A 车就有优先通过权。咱们这道题就选的 A 选项是正确的。你看两道题考一样，一个正确一个错误，为什么？因为都是一直二左三右里面的不同题型啊，但是考的中心点，考的考你一样吗？一样啊，对吧？所以咱们要灵活一些啊，灵活一些，一直二左三右啊。好，下一题，来，豆爷的宝贝没有点关注，可以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你点关注的呢，可以有人头的，我们可以上上人头啊，过过星级挑战。好，下一题，来看一下啊。哎，如图所示，A 车要在前方掉头行驶，可以在此处变换车道，进入左侧车道啊，准备掉头。来，图片放大看一下，这个不还是我们刚说过的吗？对吧？来看啊，这里是实线，哎，这个实线是什么？是车道线。这个箭头，哎，直接从实线上面过去了。这个箭头，这个是就是代表着我们这辆车的一个行驶路线啊。那这辆车直接从实线压过去，对吗？那肯定是不对的呀，不还是实线和虚线的问题吗？是不是虚线可以跨越，但实线不能跨越？哎，没错，所以这要选 B 选项。你就说你觉得难吗？题目已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你觉得难吗？不难啊，对吧？考的东西都一样的啊。那如果他这辆车这个箭头从虚线这个地方跨越过来，那他就对了，因为虚线是可以跨越的，实线不能跨越。虚线跨过来是对的啊，实线跨过来就是错的。所以这道题啊，选的 B 选项错误啊，错误，实线不可以跨越啊。来，好，下一题，如图所示，这个标志呢是设置在有人看守铁路道口。来，题目说是有人看守铁路道口，提示驾驶人距离有人看守的铁路道口呢还有100米啊。A 正确，B 错误，来看一下，哎，这个大家会不会看？其实前两天讲的也挺多的啊，这个在标志牌大家会看不？来，首先看上面的三角形黄色标志牌里面画的是一个火车，对不对？火车代表有人还是无人啊？考一考你们，有同学知道了不？火车代表有人还是无人啊？火车是无人啊，无人。火车代表无人。没。哎呀妈！为啥？因为车来了，人就赶紧要跑了呀，对不对？火车呜呜呜开过来，我看你不跑，赶紧跑路吧，是不是？否则要被车撞了啊！所以火车代表无人。如果是里面是一个栅栏的啊，就这样的。一个栅栏的才是有人，因为有人才能控制栅栏起和落。这个栅栏不是电动门，自己不可能起落的，所以栅栏才是有人。火车是无人啊，那所以这道题是错在这个有人上面，应该是无人，所以这道题选 B 选项错误。对，点错啊。那后还有一个考点啊，这题目说是100米，对吗？100米是正确的。怎么去看这个米数距离啊？看这个红色的斜杠就行了。一条红色的斜杠代表50米，那两条呢？两条不就是100米吗？三条呢？三条就是150米啊。所以一条红色的斜杠就代表着50米。这道题啊，距离是对的，错在有人上面了。好，下一题。
来，如图所示，铁路道口设置这个标志呢，是提示驾驶人前方路口有单股啊，有单股铁道，A 正确，B 错误，来看一下。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啊，我就快速过了。来，题目说单股铁道，你看这是单股吗？这么多股是不是？这么多股交叉在一起，这明显不是单股呀。所以这道题选的 B 选也是错误的啊，也是错误。比较简单，我就过得快点了。对啊，明眼人只要戴着眼镜考试的，一看就是错的呀。明明是多股啊，不是单股，有这么多股，明明不止一股啊，多股。好，下一题，以下交通标志呢表示除了小客车和货车外，其他车辆可以直行。A 正确，B 错误。来看一下啊，来图片放大，上面这部分呢是一个红色的，不是 B，我吃屎，还好是 B 啊，你不用吃屎了，宝贝儿。来，上面一个是禁停标志啊，一个直行箭头，禁止停车是吗？不是禁止停车啊，禁止直行。禁令标志，红色圈圈是禁令标志，就禁止干嘛的？直行箭头就是禁止直行。把两个标志牌合起来看就行了啊，禁止执行，那禁止谁执行啊？哎，他给你画在下面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同学他可能就是不会看而已啊，这种题目跟你说一次了，你就不会再忘记了。来，禁止执行，谁禁止执行？上面什么大货车对不对？大客车之类的大货车啊，下面的小车，下面这个小车，那题目说了，除了小客车和货车之外，其他车辆可以执行，对吗？不就对了吗？宝贝儿，你今天变漂亮了，又变漂亮了，是吗，宝贝儿？为啥？是因为昨天的衣服拉胯了，是吧？昨天服装拉胯了，是不是？来，谁禁止执行？小客车和货车禁止执行，那不就是除了小客车、货车之外，其他车辆可以执行吗？所以这道题选什么？哎，是 A 选正确的啊，可能脑子还要转个弯呢。他俩不能执行，除了他俩都能执行，要转个弯啊，所以选 A 选正确。怎么要转弯？脑子要转弯的题，大家都不答了呢，转不过来了是吧？主播很漂亮，谢谢这次，谢谢宝贝啊，谢谢宝贝的喜欢，谢谢宝贝的支持哦。好，下一题啊。最近天气变冷了，大家注意保暖啊，注意休息，不要感冒喽。最近好多人感冒了啊。来，在道路上超车的时候，应尽量加大横向距离，必要时可越实线超车。A 正确，B 错误啊，也比较简单。首先，超车呢，咱们确实是可以适当的加大横向距离，免得擦撞到被，就是被超车啊，被超车的车辆。来，所以加大横向距离呢是正确的，但那间距挺宽的，那是因为我喜欢这么站，土狗儿。你让我并起来也可以，就很累，我也不知道为啥，四肢无力呢。四肢无力，可能昨天喉咙疼，今天四肢无力，我感觉我马上就要沦陷了，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保暖啊！我讲课的时候，我这么立正这么站着，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又不是交警，是不是？来啊，来后半句错了啊！必要时可越实线超车是错的啊！实线呢是不可以跨越的，虚线是可以跨越的，所以这道题是错在后半句的啊！选的 B 选项，B 选项，所以你们觉得这说话都没啥力气呢？为啥每天下午都是这样的？感觉没有力气啊！感谢宝贝的玫瑰花，谢谢，谢谢这四个玫瑰花，谢谢啊！B 问号，把你自信一点，把你问号去掉啊！就是 B 选项，实线当然不能超车了，虚线才是可以超车的。好，下一题来，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面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行驶的时候，距同车道啊，同车道前车100米以上为安全距离。这道题我昨天是不是讲过？昨天我讲科目四的时候也有这道题。这道题科目一也考这道题，来看一下，对不对？哎，没错，欢迎剑哥，剑哥一出马，那答案正确率蹭蹭蹭的涨。来，是正确的啊，是咋回事？给大家讲一下啊，主要给新同学讲一下。妈呀！刚喝了一杯水啊，刚喝了一杯水，撑到了。来，如果说我们高速公路速度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咱们车距呢就必须保持在100米以上。速度越快，车距要保持的越大，更大一些。这样的话，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也好来得及反应啊。人正常情，你是说打嗝吗？说打嗝吗？就不知道为啥好撑啊。那如果说速度不超过100公里每小时的啊，在100码以内的，咱们呢
车距保持在50米以上就可以了啊，就这两个标准，宝贝儿。所以车距确认线呢，就是让我们用于速度为10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安全距离啊，是确认这个速度的距离。有道题就是这样子的啊，车距确认线是确认速度在100码的时候的一个安全距离是正确的，因为超过100码和低于100码，我们安全车距保持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规则啊。撑到了，你可以的，我有就很撑啊。可能吃了东西，然后再喝一满满一杯水的话，你胃里东西就被泡发了，泡发了你就好撑，啊好撑啊，喝水都能胖，就是我。来，所以这里选什么？选择 A 选是正确的啊，因为题目说100公里行驶的时候保持100米以上为安全距离是对的啊，大于等于100米，100公里以上，咱们保持100米以上，80码呢？80码保持在50米以上就可以了啊。就低于100保持50米以上，高于100保持100米以上。好，下一题啊，来，在高速公路上面，打出来爽多了，真的是喝水撑到了。就是开播前2分钟刚喝了一杯水，满满一杯水。来，在高速公路上面遇到分流交通管制的时候，可以不驶出高速公路，就地靠边停车啊，停靠等待管制结束后继续前行。A 正确，B 错，来看一下啊。所以咱们高速公路上交通分流管制，其实就指的是，比如说高速公路上面出现一些紧急情况，那可能在匝道的时候呢，就会把一些车辆给分流管制，让你不要再上高速了，免得发生要交通拥堵了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要听话，交通管制肯定就是管制你，管理你要听话，让你上你就上，让你下你就下，对不对？所以要听交警指挥啊，要听管制，要听话呀。如果你不听话，哎呀，我就地一停车，我就靠边停车，我也不走。等你结束了，我再继续通行前行，行吗？那可对呀，肯定是不对的，宝贝儿，建哥怎么正确去了？可以不是人家让你出高速，你就得出，得听交警的指挥啊，交通管制得听管制啊，得听话，对吧？人让你走你不走，你就地一坐，你耍赖皮呢？就地一坐啊，不走，那肯定是不对的啊，所以选择 B 选错误。好，下一题来，哎，下面其实有啊，来。遇到分流交通管制呢，应该听从交警指挥，不要随便靠边停车，听见没？要听话啊！好，下一题，《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高速公路上最高车速呢不得超过120公里每小时，因此在高速上行驶，只要时速不超过120就不违法啦。我不听，我不听。那你不听我的话可以，你要听交警的话哟，否则人家把你带回去喝茶，对不对？好，看一下啊。来，确实，高速公路上面最高限速就是120公里每小时，但是只要时速不超过120，就不违法了吗？只要就你听听看这个关键词，对吗？肯定是不怎么对呀，是不是？为啥？因为咱们高速公路不仅仅有最高限速，还有最低限速呢。那你说不超过120，我开到10码可以吗？当然不行了，对不对？咱们高速上面。最低限速是60啊，最高是120，不仅有上限，还有下限。怎么有同学选 A 的？选选同学，你看我在高速上开车，我开个10码行吗？当然不行了。错，感觉有坑，你的感觉还挺灵的啊，确实有坑，确实有坑啊。高速公路上面最低限速是60，最高限速是120，它都是有速度范围区间的啊。只要不超过120就不违法，肯定是不对的，肯定不对的啊，还要高于60。好，下一题来。道路交通安全法，哎，没划过去，我说题目怎么一样？下一题来，夜间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的时候呢，不得变换远近光灯。题目说不能变换远近光灯，对吗？是科四吗？不是哦，是科目一啊。今天讲的是科目一的一个精简题啊，我买了精选题，昨天讲过科四了，所以今天讲科一啊。我们直播间是科一、科四，一天天轮着这样来讲的啊，轮着来讲的。所以，如果你想听科四的话，你可以也可以先预习一下，你复习一下科目一嘛，对吧？和科一、科四很多内容都是一样的。来，不得变换远近光灯，来看一下啊。来，夜间啊，主要是夜间，通过没有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的时候，要使用什么灯光？要使用远近灯光啊，要使用远近光灯的。使用远近光灯，为啥？因为没有信号灯控制啊。你也不知道其他路有没有车，也不知道其他路的车要怎么走，是不是没有信号灯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开远近光灯，起到一个提示作用，提醒其他路口的来的车辆，哎，我方有车来了，对不对？啊，所以要使用远近光灯啊。题目说不得变换远近光灯，是选的 B 选是错误的，要变换远近光灯啊，用的就是远近光，宝贝儿。
喝酒喝来牙一拢颈，你真的是享福的，给你杯水了不得，还是享福呢？对，原来如此，是的呢啊，所以要选择避免错误啊。来远近光什么时候去用？首先第一个就是这里的没有交通过没有信号灯控制加路口，再比如说通过人行横道，对吧？对，在通过一窄桥窄坡的时候，通过坡道的时候啊，或者通过急转弯的时候。对不对？或者夜间超车的时候用的都是远近光灯，因为远近光灯它就是起到一个示意作用、一个提示、一个示意作用的啊。所以像我刚刚总结情况都是用远近的。灯光问题还需要总结吗？应该不需要给大家总结了吧？昨天也刚总结过。灯就是什么时候用近光灯，什么时候用远光灯，什么时候用远近光灯？还有同学要听要总结的吗？要的扣个一，没有的，大家基本上都懂的，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往后讲了啊。要听灯光总结的扣个一，我再给大家书写一下，再给大家整理一下。不要听的，我们就继续往后讲了。好，往后讲啊，来，风雨啊、雪啊、雾等等复杂气象条件，遇到前车速度较低的时候，应开启前照灯，连续鸣喇叭，迅速超越。龚老师，你是要考试的吗？龚老师，你是要考科目一的吗？还是就是来愉快的玩耍的？来看看这道题啊，想听人不多，原配这边都没人想听，可能大家都听得多了是吧？那我们继续讲题了啊，后面有灯光，你是要考科目一的，好的，那我给一会儿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后面还有灯光题，一会儿遇到给你总结一下。考模拟考合格90%上不去了怎么办呀？都99.7%了，你还上去干啥？你要上去干啥？我问你，高处不胜寒，好不好？你这凡尔赛了啊，高级凡尔赛了都。来，前车速度比较低的时候，开启前照灯没问题，连续鸣喇叭迅速超越，对吗？错误啊，错误。首先，迅速超越肯定是不对的，而且能见度这么低，你迅速这种情况，你去超车的话是比较危险的啊。换驾照，你是换驾照？换驾照不需要考试啊，宝贝儿。你试驾证到期了，6年换10年了吗？换驾照是不需要考试的。好，所以这里选的 B 选项啊，复杂天气就不要超车了，很不安全的，更别说迅速超越了，是不是？如果你是换驾照了，就不需要考科目一的。那如果你是被扣满了12分，重新考试才能够去复证，就是重新考试才能够去把驾驶证拿回来的啊，这个要考试。来下一题，雨天路面湿滑，车辆制动距离增大的时候呢？增大啊，行车中尽量使用紧急制动去减速。A 正确，B 错。来看一下，美国驾照换中国的，听说要考科啊？好吧，是的啊，是的。哇，你是美国回来的？国外的驾驶证啊，换中国的驾驶证是要考类似于科目一这种理论知识啊。哇哦，厉害了，宝贝儿。那我一会儿给你总结一下啊。没有分，但是想要100分，你想气死谁？人家都是想上90分，你想上100分，你可能会把人家气死啊！来这里看一下啊，哎，还有同学选 A 选的正确选项。来，雨天路面湿滑，车辆制动距离会增大，这是对正确的啊。因为路滑，所以想把车彻底停下来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制动距离会增大。那行车中尽量使用紧急制动去减速吗？什么是紧急制动啊？X 锅，什么叫 X 锅？紧急制动就是急刹车，急刹车，猛踩刹车，对吗？不对呀、啊，是不是？你本身路面就很滑，如果你再急刹车，再去猛踩刹车，车辆会很容易侧滑、侧翻的。所以这道题选的 D 选项是错误的啊，避免啊，不是要尽量使用，是避免使用这个紧急制动去减速。我们可以轻踩制动踏板。或者利用发动机制动，就是降低档位的方式来减速，对吧？千万不要去紧急制动，不要急踩刹车、猛踩刹车啊，这样都是很危险的，会容易侧滑、侧翻的。所以这样就选 B 选项，错误的啊。哎，还记得给大家总结了不？紧急制动一般都是错的。那什么时候对的？第一个，题目非常明确的告诉你的车辆呢是安装了 ABS 的，可以紧急制动。第二个，事故已经无法避免的时候可以紧急制动，其他的没啥可以紧急制动，因为紧急制动本身就急刹车、猛踩刹车本来就不太好，本来就很危险，而且你如果你后方突然有车辆的话，还会追尾你，对不对？所以紧急制动很少有情况是对的啊，就两种情况啊。好，下一题，记住了啊，就两种情况紧急制动是可以的。第一个有 ABS。第二个事故已经无法避免了啊！事故已经无法避免，反正都要撞车了。你这个时候再不踩刹车，你是不是傻呀？对不对？你要撞车了啊！
那就赶紧踩刹车呗。就这两种情况。好，下一题，行车中当驾驶人意识到有车辆爆胎的时候呢，应该在控制住方向的情况下采取紧急制动，迫使车辆迅速停住。来看这道题。思考一下，前面到底做错的啊？这道题大家可以再尝试一下，再思考一下。前面题听懂了，这题你不会再做错了，是不是？意识到要爆胎了，你先控制住方向是没问题，因为其实真的爆胎之后呢，车辆很容易失控，所以你要握紧方向盘啊，握紧方向盘，还不忘透气。这么冷的天，还不忘透气，比较挺厚的，而且开了空调啊，比我前两天衣服厚多了，暖和多了。控制方向的情况下采取紧急制动，对吗？哎，这不就做对了吗？是不是？所以 B 选错误呀。那控制方向是对的啊，因为爆胎会车辆会失控。紧急制动对吗？紧急制动就不对了啊，紧急制动就错了呀，不对了呀。把领子垫下去啊，我不太喜欢高领，这高领弄得我好难受。紧急制动就错了啊，如果这个时候你紧急制动，车辆反而更容易侧滑。就是翻车啊，翻车！而且你是行车当中，行车开车途中呢，你突然去紧急制动，猛踩刹车，后方如果有车辆跟着你的话，那他又遭殃了，他又倒霉了，他可能会追尾你啊，会撞在一起。所以紧急制动肯定是不对的啊。这个时候我们正确做法是握紧方向盘啊，握紧方向盘，对不对？然后离开你这个行车道，缓慢减速，靠边停车。所以这道题选的 B 项是错误的，是错误的啊。另外还有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车辆已经爆胎了，对不对？已经爆胎了，这个时候你能紧急制动吗？也不能。如果你想将车辆迅速停下来，也可以用什么方式？点刹啊，可以用点刹方式，就是连续踩松刹车，利用点刹的方式把车辆停下来也行。但是不可以紧急制动啊，紧急制动是急刹车猛踩刹车，扎脖子要配一个高领的内衣啊，此内衣非彼内衣是吧？主要是我觉得不舒服，好久没有穿高领了，它这个领子是半高领，其实拉起来给你看一下。无聊刷着，发现有新的题没做。做完的时候本来卡在99，在减三，现在99.7了。有新题反而通过率更高了，是吧？有事没事练练题啊。但如图所示，在这种情况下，A 车呢可以向左变更车道。来看一下这种情况，A 车呢前面有 B 车，旁边有 C 车，它可以向左变更车道吗？A 正确，B 错误。来看一下，那是不好，是不是好奇怪哦？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穿高领。所以我高领衣服很少，但是这两天太冷了，把它抠下去。哎，选的 B 选错误的啊，宝贝儿，错误选项，大家不要被他这个行动轨迹给就迷惑了。哎，有同学一看，哎，他从这儿过去了，好像没问题，他过去了，事实和图片能符合吗？你从这儿过去的时候，人家 C 车不动啊，C 车还能往前走呢，是不是？所以你旁边有车的时候呢，你是不能变更车道的啊！不要被他这个路线、这个行动轨迹给欺骗啦。其实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啊，因为 C 车也在往前走，很容易跟 C 车撞在一起。所以 A 车呢是不可以向左变更车道的，这道题选的 B 项错误，选 B 项错误。哎，这道题这个图片没有套路到你们啊，不要看到图片 A 好像可以实现，其实现实生活中很容易撞车的。好，下一题啊。哎，没有人做错，我们就过了啊！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车速呢不能超过每小时60公里。这也太简单了吧！快给答案吧。像这种高速公路能见度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都有数字记忆法，对不对？能见度200米以下的时候，用什么数字记忆法？有哪个数字记忆法？车祸紧急里面有很多都是这种右侧超车的。你看，所以它是车祸紧急吗？对，所以它发很容易发生车祸嘛。哎，这道题，不答案不应该秒答秒对吗？看到这个题你就知道答案是啥了呀？来，首先啊，一定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而且是能见度的题目才有能用这个方法啊。高速公路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用什么？261呀，对不对？二就是高速公路能见度六。对了，261棒棒的啊，看大家都有学会了啊。六呢就是车速啊，第二步数是车速，第三步是车距。六车速不能超过60公里每小时，一呢车距啊，一车距必须保持在100米以上，所以这道题说车速不能超过60公里每小时，对吗？不就正确了吗？261一倍，不是答案快，秒秒答吗？要是前几天没约上，我也不会这大冷天这会儿去考。真这个星期真的是降温，好像大家都挺冷，是不是？全各个地方都很冷啊，都下雪了。最近这两天比上个星期反正冷多了。来，你看我都穿毛衣了，对吧？
所以这里选的 A 选项是正确的。261啊，还有跟261相同的叫做145，还有145，还有520哦，一定是高速公路能见度的题才会用啊。如果题目没有告诉你高速公路呢？没有高速公路这个前提，它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啊！注意，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好，对，还有520啊，来261高速公路能见，刚说过了啊，就不说了。145我讲一下吧，145的一啊，高速公路能见度在100米以下的时候，四车速不能超过40公里每小时，五车距必须保持在50米以上。那么行啊，520呢，建哥，520啊，高速公路能见度在50米以下的时候，二车速不能超过20公里每小时，零这个零就是离开离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快驶离高速公路，因为能见度太低了，就不能再在高速上行驶了，看不见开车了啊。离最近的路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啊！但是要不用不超过20码的速度尽快驶离高速公路，所以这道选 A 选项是正确的。好，下一题来看一下，来，行人参与道路交通的特点呢，是除了随意性行走随意性比较大，方向多变以外，还喜欢聚集围观。哎，这道题其实不难，但是考的蛮多的啊。判断题单选题都有考到，对不对？大家应该看题目应该都有看到过吧？是不是？来，坐坐看啊！为啥今天这么累呢？我把我的凳子给搬过来坐一会儿了啊！来，这里看一下，选啥呀？又买，选 A 选项正确啊，是不是？我天呐，搬个椅子，乒铃乓啷的。哎呀，我得稍微坐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四肢无力，好累呀。稍微坐小坐一下啊，哎呀，好像是啥，是对的呀，是对的啊，是正确的。行人他确实行走随意性比较大，而且方向多变啊，而且他还喜欢聚集围观，是正确的啊，正确的。那它主要特点是什么？注意啊，有些题目它是主要特点啊，你不要以为就错了啊。比如说判断题选择题，它题目说行人参与道路交通的主要特点就是行走随意性比较大，方向多变啊，前面是它主要特点。两个特点，但是前面是主要的啊，前面主要的。好，下一题啊，选 A 选项是正确的。有些选择题也会问你们什么行人参与道路交通的主要特点是啥？大家知道是选择方向多变啊，行走随性大，行走，哎呀，这个怎么下不来？行走随性大，方向比较多变。哇，哇，已经冷到我这个杆子我都感觉它要冻住了，要贪杯。是应该是熬夜了，不是因为什么剧烈运动啊，应该是熬夜了，熬到4点钟才睡。来下一题啊，来，如图所示，驾驶自动车的时候呢，前风车玻璃处悬挂了啊，前风车玻璃处悬挂了一个放置干扰视线的物品是错误的，那这个就送分题了，宝贝儿，考试的时候遇到这种题目就送分题了，来。不管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前风窗玻璃还是后风窗玻璃啊，只要是有可能是影响你视线的一些东西，都是不可以悬挂的。怎么有同学选 B 的呢？我都选 B 去了。前风窗玻璃这个地方悬挂放置干扰视线的物品是错误的。题目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对吗？哎，很多同学脑子没有转过来，是不是？来，题目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对不对啊？是对的呀。选 A 选正确啊？怎么那么多人选 B 的呢？明天科一啊，明天科一得赶紧，宝贝儿。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啥情况？没反应过来是不是？一时半会没反应过来啊？这种情况是他题目说是错误的，确实是错的，所以这道题是对的。就不管是前风窗玻璃还是后风窗玻璃啊，我们都不能放置一些影响视线。影响视线的东西啊，做啥这？什么叫做啥这？这不正确吗？正确的选 A 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选 B 去了，是正确的。那道题是正确的，但是在前风窗玻璃和后风窗玻璃挂东西是错的，就挂东西不能影响视线啊，影响视线就错了，所以是正确的。题目说要错的呀，可能大家脑子一下没转过来啊，没转过来。好，下一题啊，下一题我们看一下，来，如图所示啊，在环岛交叉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当中呢，应该由 A 车来负全部责任啊，来，谁负责任的问题？估计坏了，啥？谁坏了？哇，怎么可能？我自己跟自己能坏吗？
我要自己跟自己的话，我孩子都不用找老公了。来，A 证也必错误啊，是谁的责任呢？它题目说是 A 车的责任，对吗？大家思考一下啊，这什么地方环岛啊？B 车是不是已经在环岛里面了？B 车已经在环岛里面行驶了啊，看，B 车已经在环岛里行驶了，所以 A 车进入环岛的时候呢，它是必须要让啊。就是要让已经在环岛内的 B 车去优先通行的，因为 A 车没有避让 B 车，所以发生了事故啊。这道题确实是 A 车负全部责任，没错，所以 A 选是正确的啊。你也是个直牛呗？为咋的啦？做啥这？我都没听懂你在说啥。所以选 A 选是正确的啊，是正确的，因为 A 车得让 B 车啊，不管是环岛还是在路口什么之类的，咱们路口外的车肯定是要让路口内的车先行啊，先走，否则容易交通堵塞啊。没错，这里选的 A 选正确。此话怎讲？知道女儿国吗？知道呀，知道呀。咱又没在女儿国，我又没喝那水，你是觉得我刚喝那水是女儿国的水吗？来，下一题啊。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与同车车道前车应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又送分题了吧？是不是刚刚讲过呀？对不对？刚是考了262，前两位数，现在考的是21，对不对？261米的一啊，大家看对不对？来，又是高速公路啊，一定要记得我们说的这些数字记忆法是在高速公路能见度的题目才会去用的啊，才会去用的，极有可能是。笑死我了！家里的水就是那个什么烧的水，还能成为女儿国的水呢？来，正确的啊，这不就是我们刚讲过的261里面的二和六一吗？对不对？第一位数能见度200米以下的时候，对261啊，车速不能超过60公里每小时，一车距必须保持在100米以上啊，100米以上。所以这里选的 A 选是正确的啊，但是友情提醒啊，有时候题目会说100米以内的距离，所以你一定要题目看清楚了，技巧方法教给你们啊，一定要理解为主，技巧为辅。有时候题目会改一下，说是100米以内，对吗？就不对了，咱们一定是保持在100米以上啊，所以不要看到100就选正确了啊，有时候也是以内，有时候是以上，要看正确了，要看准了啊，要看准了。好了，下一题来，也是比较简单的题啊，你像科目一这种题目啊，我都是有技巧有方法的。就感觉会简单一点了啊！如果没有技巧，没有办法，而你死记硬背的话，你根本就背不下来的。好，这里看一下，机动车驾驶人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后逃逸的啊，而且构成了犯罪的，10年内不能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来，大家看一下，很快啊，老同学知道这种题目就送分题了，很快就能得出正确答案了。啊，虽然听说不能翘二郎腿，翘二郎腿容易腿容易变粗。但是我就是想敲，终身没有本本了。是的呢，咱也是几点到几点？下午3点到5点，晚上8点到10点，给大家去讲解的啊。来，逃看一下，我们有个口诀叫做“逃终身”，是不是？逃逸，而且构成了犯罪的啊，不是10年，是终身，就是你这辈子你都不能考驾照了啊，终身不能考驾照。终生啊，是生活的生，宝贝儿，不是身体的生啊，生活的生。来，终身就是这辈子不能再考驾照了啊！那如果说逃逸，但是注意啊，不是所有的逃逸都是逃终身的。如果说是逃逸不构成犯罪的呢？逃逸，但是他没有构成犯罪，不构成犯罪，那咱们怎么处罚啊？不构成犯罪就是只扣12分啊，同学们，所以不要看见逃逸就终身了。逃逸并且构成犯罪的，才会吊销驾驶证，并且终身不能考驾照。如果逃逸不构成犯罪的，咱们只扣12分而已啊，只扣12分就没有终身了，好不好？那也反过来也不对啊，不是看到什么终身就肯定会逃逸了。比如说你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特别重大的交通事故啊，非常严重的，而且构成了犯罪了啊，追究你刑事责任了，就严重到这种程度的，那你的驾驶证也是会被吊销，也会终身不能考驾照的啊。来，所以这道题呢是是这道题是对的啊，是啊，这道题错的啊，错的，10年是错的，宝贝儿，昏了啊，昏了，这道题是错的啊，10年不是10年啊，是终生。你看我就说我作家很容易点错吧，你们以前还老容易老是喜欢让我作家。好，下一题啊，来，驾驶机动车，哎呀，我还得头还得扭过去，梦梦，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尚不构成犯罪的啊，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处200元以上2圈以下的罚款，并且啊，
并且可以并处15日以下的拘留。这道题它是，你看又来了啊，逃逸的，但是没有构成犯罪，会吊销驾驶证终身吗？不是，只扣12分，而且会罚款，会拘留，对不对？就可能把你拘留抓起来就行了。这不安排个高凳子吗？这不没有吗？哼、嗯，这不没有吗？直播间只有低凳子，所以坐的可不爽了，坐的太矮，我就够不到，容易点错。站起来吧，又站太累，又站不动了。来，这道题啊，既罚款也会把你拘留个15日以下，对吗？注意是正确的啊，正确的。如果你构成犯罪了，那就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构成犯罪它肯定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啊。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他们是一组关联词，夫妻俩，关联词一直在一起，就好像临时停车肯定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一样，它俩也是关联词啊。所以这道题不构成犯罪就不会追究刑事责任了，就是拘留你就行了啊，15日以下的拘留就可以了。嗯，是正确的。今天是科目一啊，无双赵信。今天讲是科目一的500道精选题哦，嗯，好，下一题啊，来，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啊，虚假材料，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来，A 这是 B 错误，看一下，来这种题目是不是可简单？我们有方法叫做什么？甲一、吊二、骗三、撤三、躲也三，对吧？罪五逃终身。就多少年不之内不能考驾照这些问题，我们有一长串顺口溜，是不是都是给大家总结出来的比较好用的技巧和方法啊？来，你看这道题里面是不是有虚假了呀？嗯，我的笔呢？在这儿啊，这有虚假了。虚假，看到甲字啊，就是一年甲一啊，甲一，所以一年不能考驾照，对吗？选的 A 选项是正确的啊，A 选项是正确的，正确选项啊。那如果题目没有虚假，是五 B。舞弊啊，跳舞的舞，舞弊不就作弊吗？作弊不就作假吗？是不是？所以舞弊和虚假是一样的啊，都是一年。第二的话考的比较不太多啊，考的不是特别多，就是题目会说你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获得驾驶证，导致你驾驶证被吊销的啊，2年不能考驾照。撤三呢，就是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获得驾驶证，导致你驾驶证被撤销的，是3年不能考驾照。读三，细读三年不能考驾照啊。还有骗三，欺骗的手段获得驾驶证的3年不能考驾照。最五醉驾的啊，记得是醉驾，不是酒驾啊。酒驾和醉驾是不一样的，醉驾的话是5年不能考驾照。好，就基本上常考就这么多啊。好，下一题看一下，来刚总结了啊。申请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公安机关监督管理部门呢收缴机动车驾驶证，撤销啊，撤销机动车驾驶证，申请人在3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这个对吗？是不是刚刚也提到过了，对不对？基本上考试考的都在我说的范围里面了啊，来这道题里面关键词是什么？哎，已经有正确答案了啊，这道题里面关键词不就是撤销吗？对不对？骗三撤三呀，骗三撤三啊，所以欺骗、撤销等等啊，都是3年不能考驾照，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没错啊，是选的 A 选项是正确的，这个就是我刚所说的一个撤三啊，撤销的3年不能考驾照。好，下一题啊，来仪表题啊。仪表的问题来看一下，Hello，欢迎8524，欢迎宝贝啊，大家下午好。那仪表题我们看一下啊，虽然前两天刚讲过，那我们就坐着讲，讲快点啊，讲快一些。来，仪表显示当前车速是20公里每小时，如同所说，这个指针确实指在二十上面，但是你们看这个仪表单位，它单位在这儿，看见没？它是单位什么单位？它是单位是转每分钟，就一分钟转多少转？这是什么的单位啊？转速的单位啊，对不对？转速单位啊，那指针指的二，它下面还有乘以一千，乘以一千是把它这个后面的三个零啊缩在了单位里面，所以指针指的二呢，它是2000转每分钟啊，不是2转每分钟，千万不要闹笑话了啊！这有个乘以一千缩在单位里面啊，2000转每分钟，所以它点明显就是一个转速，对吧？转速表，那题目说它是车速是20公里每小时，对吗？你就错了呀，选 B 选项啊。那转速表的特点，首先第一个，它的单位是转每分钟；第二个，你看它刻度0、1、2、3、4、5、6、7，刻度比较小啊，转速的刻度是比较小的，因为它那个乘以1000都缩在单位里面了，所以它表面的刻度是比较小的，这个是转速表。那码速表长什么样子？来看一下，这个才是码速表啊。那码速表也就它也叫做速度和里程表，它的单位啊，首先第一个特点，它的单位呢是千米每小时，千米每小时不就是速度的单位嘛，对不对？所以它是速度和里程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码数表啊，开车开多少码？那你看它的刻度是比较大的，对不对？什么60啊、240、260啊、
220等等都有啊，所以它的刻度呢是比较大的，指针指在60这个位置，代表现在车速呢就是60公里每小时。那题目说它是6000转每分钟，对吗？我都说到这份上了，就差把答案告诉你了，是不是？饭都给你递嘴边上了啊，你就张口吃一下就行了。就是，所以这样就选什么？哎，选的 B 选错误的啊。所以从单位、从刻度大小就能够分辨出来这是什么仪表了啊？什么仪表？这个是速度和里程表，没错。所以这样就选 B 选项，错误啊，错误。间隔你打正确就是间隔，这个是码速表啊。题目说是转每分钟，单位就不匹配，哈哈，故意气我一下是不是？故意闹我一下是吧？逗我玩，你就逗我玩吧。好，下一题来。仪表显示当前冷却液的温度是90摄氏度。来，首先图片放大看一下，这有个摄氏度，对不对？说明它确实代表是温度啊。旁边上面一个温度计，下面一个水波纹，所以它是一个水温指示灯啊。水温指示灯，那指针呢指在90这个位置，来90摄氏度，是不是从单位就能判断出来，对吗？这不就正确的吗？是不是？这不就是正确的吗？我就皮，皮皮虾，我好，欢迎孩子。皮皮虾，好吧，皮皮剑，你是皮皮剑，下午好，宝贝。所以这样就选 A 选正确的啊，从单位也能看出来，指针指在90，单位摄氏度，所以是90摄氏度，对吧？正确。好，下一题，简单题我们就过得快一点点啊。好，下一题来，仪表显示油箱内存油量已经在警告线以内啊，这油箱存油量，来图片放大看一下，这旁边啊，这个灯啊，这个指示表。这个仪表最旁边有一个油箱，这个油箱和我们在加油站加油的油箱好像啊，对吧？所以它就是一个给汽车加油的一个油箱啊，跟油箱很像。它就油箱，所以加的什么油？加的就是我们汽车的燃油啊、汽油之类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燃油表啊，燃油表。那指针指在红色区啊，指针指在红色区里面代表啥？代表这个燃油已经在警告线了呗，这个车没有油了，要尽快去加油了呗，对吧？所以这样你选的 A 选项是也是正确的啊，也是正确的，存油量已经在警告线内了，要尽快去加油了啊！再不加油，你车就没有油了，开不起来了。好，下一题来，打开前雾灯啊，打开前雾灯开关，如图所示，这个灯亮起。A 正确，B 错误，我来看一下。首先，它确实是个雾灯，怎么看它是雾灯呢？烤串儿。是不是像不像一个铁架上是放了3个烤串，对不对？所以有烤串的就是雾灯啊。烤串的时候技术不咋地，烤的都是烟熏雾缭的，熏死人了，是不是？所以有雾的像烤串一样的，它就是雾灯啊，就是雾灯。那雾灯呢，分为前雾灯和后雾灯，那到底是前还是后？我们看雾的方向就可以了。那这是一个灯，是不是圆的啊？椭圆的一个灯。那雾在灯的后面，所以它就是后雾灯。那这道题目说前雾灯对吗？烤串开启。又来烤串了啊，所以选 B 选错误啊，它是后雾灯，因为雾在烤串，雾在灯的后面啊，后雾灯。那前雾灯呢？前雾灯就反过来呗，哎，前雾灯来，灯在后面，雾在前面，雾在前面，前雾灯，雾在后面，后雾灯。累了吧？搞会儿 yellow 不累吗？那搞会儿就更累了，宝贝儿。好了，下一题啊，来下一题，读读题啊。打开后雾灯开关，来打开后雾灯这个开关，如图所示，这个灯亮起，对吗？来，大家做一下啊！哇，翘二郎腿真的好舒服呀，但是翘二郎腿腿容易粗，那也没办法了，翘二郎腿真的太舒服了，这样翘一下就可以收腿了。我今天穿的鞋不方便这么翘。来看这道题啊。来，打开后雾灯开关，如图所示，这个灯亮起，对吗？哎，不演错了吗？是不是？首先它是雾灯啊，首先它是雾灯，像烤串一样是雾灯。其次呢，这个雾在灯的前面，所以它是前雾灯啊。题目又说反了，题目说是后雾灯，所以错了。好，下一题啊，来打开位置灯开关，如图所示，这个灯亮起。哎，正确，B 错，我来看一下，这个灯什么灯？这个灯它比较特别，有两个灯泡，是不是？来，前面一个灯泡，后面一个灯泡。所以这个灯它就叫做前后位置灯啊，也就是题目所说的位置灯，绿色和黄色有什么区别？有啥讲究吗？绿色和黄色其实就是来帮助你们区分前雾灯、后雾灯的。有些同学他可能会背什么绿前，对不对？黄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方法，但是我给大家分享是另外一种方法啊，就是雾在灯的前面就前雾灯，雾在灯的后面就是后雾灯。这样的话大家也不会说哎呀背颜色背颜色背劈叉了，对不对？看灯的位置就行了啊。绿色的是前雾灯，黄色是后雾灯，就是这个意思。
对，这颜色啊，就是这个颜色，标志颜色。你可以看颜色，你看颜色，你觉得很还容易混淆的。其实我觉得我这种方法可能更好记一点，看物在前，在后不就行了吗？对不对？都不需要你背啥，长眼睛就行了啊。别人媳妇嫁过来，下不好好申请，目前还不是别人媳妇啊，未来肯定是。我在练科三，加油哦，申请练科三来看我直播是不是啊？辛苦您了，惦记我。好，下一题啊。所以这道题它确实是一个位置灯啊，前后位置灯，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前后位置灯，这个前后位置，哎，你们在美国开车没有雾灯的吗？这个前后位置它也叫做示廓灯啊，它有好几个名字，它也叫做示廓灯，也叫做示宽灯，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说，哎呀，我刷题目的时候刷到的是前后位置灯，那我模拟的时候怎么就示廓灯了？他就觉得题目不一样了。其实一样的东西啊，完了给我补课次，好嘞，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好，来看一下啊，现科四主播，现在是科目一啊，宝贝儿，我们今天讲的是科目一啊，昨天讲过科目四，所以今天轮也轮到科目一了，好不好？那示廓灯从它名字就能看得出来，它听得出来他们是一家人。示廓灯展示车辆轮廓，示宽灯展示车辆宽度，都是大概的给其他驾驶人展示车辆的一个位置的吗？对吧？就从名字就能看出来，他们是一家人，所以他就是一个东西啊。五个家人，好不好？前后位置灯和示廓灯、示宽灯都是同一个东西啊。我也想知道。谢谢科四主播斗鱼，对，我们在斗鱼直播啊，宝贝儿。斗鱼和原位直播是一样的，你们看到画面都是一样。加一下斗鱼，加一下什么意思？什么叫加一下？所以这道选 A 选是正确的啊。来，下一题大家先看着。加一下是不是？你来我们斗鱼这边啊，来斗鱼这边给我留言，给我直接联系我就可以了啊。随便开，笔试不考这个，考官上车前会提问车的各个部位在哪，让你指一下啊，就让指一下就完事儿了。好，下一题来看一下啊，来，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的话，表示发动机可能是机油量不足了。来，A 正确，B 错，我来看一下。哎，没错，A 选是正确的啊。如图所示，图片中画的是一个油壶，一个小油壶的，它里面装的是机油啊。你看这个油壶在滴油了，说明啥？说明没有油了呗，没有机油了呗，机油量不足了啊。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啊，也有可能是这个机油压力过低啊，是压力过低了，压力太低，所以它这个油上不来，也会滴油啊。所以有两种可能性都是对的，一个是机油量不足，一个就是机油压力过低了，第一滴，对不对？它的滴油，所以是压力过低啊，谐音梗，谐音梗啊，所以这道题呢是选的 A 选是正确的啊，它是机油啊，油壶机油。那油箱呢？如果是画了一个像我们加油站的油箱一样东西啊，油箱的它就是加的是燃油啊、汽油之类的啊。油壶的话是机油，油箱是燃油、汽油啊。那好，下一题来。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的话，表示发动机呢可能机油压力过高。哎，刚是不是刚讲过呀？市中心路上开个3、5公里，没人没车，放飞自我。来，毕竟不像咱大中国，幅员辽阔，人员众多，人口众多。来，没错啊，刚讲过啊，你不能再错了啊，选 B 选错误，为啥？因为它第一种可能性机油压力过高，压力过低啊，不是过高啊。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机油量不足了啊。是压力过低，所以它才会滴油的。这一滴谐音梗啊，注意不是压力过高。好，刚讲过，我就不废话了啊，不废话了。好，下一道题。好家伙啊，下道题来。在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表示驻车制动器操纵杆可能没有松到底。A 正确，B 错误啊。这个仪表还是大家挺容易混淆的，就里面一个是感叹号的，一个是感叹号，一个是 T 的啊，挺容易混淆的。来，大家看一下，这道题里面是一个感叹号，题目说它是注射制动器，对吗？哎，是错的啊！注意，注射就是停车，停车是 P，是 park，是 P 啊，所以咱们这道题里面是一个感叹号，感叹号就代表有异常、有问题了，一个感叹号，有问题，有问题，赶紧检查一下，对吧？那如果是注射制动器操纵杆没松到底，是这个灯啊。里面一个 P 这个灯亮才是操纵杆没有松到底，或者你注射制动器还处于制动状态是一样的啊。制动状态就是停车状态，和手刹没有松到底是一样的啊，两种含义都是正确的。我就学三轮摩托科目一，可以自己去看题目，宝贝儿。你现在先退出，一会儿呢，你可以点就是原备加油上我的，然后题库去切换一下。
我们现在是小车的题目啊，抱歉，现在是小车的题目，但摩托车、客车、货车啊，等等这些题都有啊，你自己切换题目自己看一下就行了啊，里面都有文字版的解释的，讲解的比我还详细，所以完全没有问题，跟着原背去学习完全没问题的啊。那如果说下面还有技巧讲解、高手指点、精华点评，对吧？解析多得很呢。好，所以这里选 B 选错误啊，这个是行车驻车就制动系统啊，刚起一个感叹号，这制动系统发生异常，发生故障了。需要你检查一下，一个感叹号提醒你检查的啊。好，下一题了。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同左的这个灯亮，表示行车制动系统啊可能出现故障了啊。问题来了啊，来这不就送你分了吗？A 正确，B 错误，来看一下啊。不管你学科一也好，学客车、学货车都好啊，都有啊，它里面题库还挺全的，而且不仅驾驶证、资格证都有啊，像小车。什么？像客运、货运、危险品、出租车等等这些资格证都有的，题目都有，所以它这里面题还是蛮齐全、蛮详细的啊。包括你能看车，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老粉应该都知道。最近可能没有给大家怎么去展示了，但原没驾好里面还能看车，就市面上基本上有的车型它里面都能看，能看价格、配置什么都能看啊。哎，没错，是的，A 选项啊，正确的。里面一个感叹号就代表出现异常、出现故障了啊，一个感叹号出现有问题了。提醒你去检查一下，所以这里选的 A 选项是正确的。好，下一题来，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同所示这个灯亮的话，不影响正常行驶。A 正确，B 错误。哎，这个也不难了啊。当时考没考这些题啊？嘿嘿，每个人考的题是不一样的，对吧？科目一1800多道题，将近1900题了。现在你怎么可能每一道题都给你考过去啊？是不是？来看一下这道题啊，每个人的题目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灯亮了，代表啥？代表注射系统、制动系统出现异常、出现故障，不影响正常行驶吗？当然影响了啊！所以这道题选 B 选项错误啊。题目说不影响正常通行，肯定是不对的啊。它既然亮灯了，肯定是有问题了，来提醒你的，所以肯定是影响正常通行的，你要去检查啊，去检查一下。等会儿啊，敲腿的时候把这个鞋脱了，脱的不好敲，不好敲啊。好，来下一题，这里做了吧。来下一题啊，来，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的话，表示呢驻车制动器啊处于制动状态。很多人他就看不懂制动状态和就手刹没有松到底是啥，一会儿你们先做这道题，一会儿给你解释一下啊，其实都一样的宝贝儿，都一样啊。下月是不是就讲到2000道题了？如果车管所更新迭代更新的快的话，也不是没可能啊，对吧？也不是没可能啊。天真无邪的菲菲，有邪的话这不好勾，不好勾。这样压的话，我希望可以瘦下小腿。看我时时刻刻都在锻炼当中啊！哎，没错，这道题选 A 选项正确的啊。首先，驻车制动器啊，就是手刹，就是手刹，手刹就停车用的啊。停完车之后要把手刹拉起来，防止车辆后溜，对不对？停车不就 P 吗？所以它里面才会有 P 的啊。另外一个，我们车辆正常起步，你是不是要把手刹放下去？如果你手刹没有放到底，或者手刹忘记放的话，那这个灯就会亮啊，来提醒驾驶人你，哎，你手刹没放下去，没放到底，来提醒你啊。所以这个灯亮就代表你这个车辆还处于制动状态呢，还在停车状态呢，对吧？所以你要赶紧把手刹放到底，就是手刹没有放到底，其实是一样的含义啊，两种说法。所以这样你选 A 选项是正确的。好，下一题来，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的话，提醒发动机需要补充机油了。哎，这也必错，来看一下啊。这幅图呢，它画的是一个什么油箱啊？画的是个油箱。那油箱跟我就是我们加油站加的油，加油站加的是机油吗？来，大家做做看啊。小腿那边好酸啊，所以我压一压。哎，选的 B 选项错误啊。加油站它加的不是机油，是燃油啊，是燃油啊、汽油等等这些的啊，加的是我们车里面的油，不是机油啊，所以这里选 B 选项错误。机油的话，它是化了，对，没油了啊，要尽快去加油站加油。机油的话是一个油壶啊，化了一个油壶的才是机油啊。油箱的话加的是燃油、汽油这些。好，下一题来，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的话，提醒发动机冷却液可能不足了啊。来，这个灯刚前面就是讲，带过了一下啊，带过了一下，看了一眼，但这道题还没有做过。哎，怎么有同学答错误了？是不是？来。原位这边同学呢，有人答错误的。首先，我们看这是什么表啊？这个表的话，上面是个温度计，
是不是跟温度计长得可像了？是不是？所以它上面有个温字啊，有个温这个字，下面呢，下面是些水波纹啊，水波纹、水纹，所以它加起来呢，它就是一个水温表啊，水温表、水温指的灯，对，发动机太热是啊，没错。但这个如果这个灯亮的话，就代表着发动机太热了，发动机温度太高了啊，发动机温度过高。但是，发动机温度为什么会过高呀？发动机温度过高，没错，这个你确实知道。那我问你，发动机温度为什么不过高？因为没有冷却液了呀，冷却液不足了呀，是不是？冷却液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的，因为冷却液不足，没有东西给发动机降温了，那发动机的温度才会过高的呀。所以这道题说，哎，提醒发动机冷却液可能不足了，对吗？对的，所以 A 选项是正确的，宝贝儿。你知道是发动机温度过，不是？怎么又提到水去了啊？我们车不加水了，你是不是之前被我们直播间一些闹着玩老司机给搞混淆了啊？搞混淆了。那原配的宝贝不要觉得奇怪啊，我是在回复斗鱼这边的问题啊，弹幕。我们主要是在斗鱼直播的啊，原配的话是给到大家一个福利，只要我们斗鱼开播，原配他和斗鱼连接上之后呢，就能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所以我现在是在回复，可能有时候你们感觉莫名其妙的，其实我在回复大家问题啊，我打我自己脸。不要加水，宝贝。可能之前有些人在我们直播间闹着玩，说什么加水什么之类的啊，不是水，加的都是冷却液啊。就是很多老司机，对不对？特别是夏天，他可能说冷却液没了，手头又没有冷却液，他可能会接几盆水当做冷却液来用。但是最好就不要啊，最好去加冷却液，因为水的蒸发啊，水比较容易蒸发。因为特别是夏天，你会发现，哎，我今天刚加的水，怎么第二天这个车头又冒烟了？又没有冷却了呢，发动机又过热了呢，就是因为水的蒸特别容易蒸发，蒸发特别快啊，而且对车也是有伤害的，所以不要再加水了啊，没水了是吧？不要再加水了，加的是冷却液，最好去加冷却液啊，对车也比较好，而且也比较安全一些啊。加的是水啊，不是加的是冷却液啊，被你们加水加的搞弄习惯了。上次有个老司机在我们这边逗着玩，说是什么加水什么之类的啊，水只是应急的，但是你后面呢还是要去加冷却液的啊。好，下一题，所以加的是冷却液哦。冷却液顾名思义就是给发动机冷却降温的嘛，对吧？好，下一题啊，来，自动车一般晚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的话，提醒发动机可能需要加入机油了。A 正确，B 错，我来看一下。你们现在不懂很正常啊，你们要是自己后有车了，要去保养车了，你们肯定就懂了啊，就懂了什么冷却液、什么机油在哪啊，冷却液在哪啊，怎么去测什么这些各种方面就懂了啊。就现在可能大家没有怎么接触过车，不太清楚，很正常啊，很正常。来，这个灯啊，提醒发动机需要加入机油了，对吗？哎，前一题做错了，这题不能再做错了。加的什么？加的是冷却液啊，加的不是机油，油壶才是机油啊，油箱是燃油汽油。那这个表的话，加的是冷却液啊，因为发动机温度太高了。给大家喝水有错吗？但我刚原因我刚刚说过了，我们正规的话是加冷却液的，加水只是应急啊，应急的手法，因为加水的话对车不好，对车不好，宝贝儿，而且更容易危险，水容易蒸发啊，水容易蒸发对车不好啊，宝贝儿，还是要去加冷却液的啊。好，下一题我们来看一下，来开启前照灯远光的时候呢，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对吗？哎，正确没错，家长拿到手了，菲菲要再见，哇，晨晨。你家长已经拿到手了，晨晨。科目四过了，家长已经拿到了吗？晨晨，哎呀，恭喜晨晨来了，家长拿到手了啊！好像目前唯一一个家长拿到手了回来跟我们告别的啊，真是有心了啊，有心了，感谢晨晨，感谢晨晨有心了，已经有人拿到驾照了啊！来，看来这道题啊，选的并有错误啊，没错。那怎么去看呢？是像远光灯还是近光灯才能？好家伙，怪不得人家说买得起车养不起车，是不是？对吧？真的是买得起车养不起车。养车的话要保养啊，要加各种东西，加机油，加什么冷却液，还买了各种保险什么之类的，还平常还要加油，对吧？还是加油，真的是买得起车养不起车啊！来看一下，是远光灯还是近光灯？咱们看光线的就可以了啊。这个光线只斜着照的，往地上照的，它照的位置就这么长。科目四过了，已经拿到手了，嘻嘻嘻，恭喜，好开心啊！以后你也是跟咱们一样是有证的人了啊，有证的人了。来啊，来，光线照射这个地方呢，它只能照这么近，对不对？这么一点距离，是不是？所以啊，它是近光灯，它光线照的非常近的，就是近光灯。远光灯长什么样子啊？远光灯是这样的，来，这是平行光线啊，平行光线才是远光灯，因为平行光线可以照射的非常远。
照一直照射到你那里啊，从我这儿照你那儿，开个玩笑啊，照你们心里啦。反正远光灯的平行光线呢是照的是比较远的啊，所以平行光线才是远光灯，直接往地上照的，照的很近的是近光灯啊，看光线照的位置就行了。好，下一题。哎呀妈呀，我养不起车，嗨，有谁说你有了驾照就必须要有车了，对不对？万一你现在搞个驾照，万一你有一天有车了，你还能开。你要是没有驾照，万一有一天你买了车了，你还不能开，怎么办呢？驾照肯定是要有的，宝贝儿，以备不时之需啊，是不是？万一你老板、你女朋友啊，你有富豪女友给你一辆玛莎拉蒂、保时捷开一开呢，是不是？来看看这道题啊，来，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的话，提醒驾驶人啊，座椅没有调整好。哎，提醒驾驶人座椅没调整好，对吗？A 正确，B 错误，来看一下。啊，小腿好酸，我按摩一下。哎，选的 B 选是错误的啊，座椅没调整好，没有什么灯去亮来提醒你的，顶多是你自己不舒服啊，座椅调整不好是你自己不舒服而已啊。我腿腿啊，那我帮你吧，就由我来给你代劳好不好？落寞，你想着我，由我来帮你代劳啊。来，所以这里选错误选项啊，这个是安全带没有插，你看这有个安全带是不是？像背了一把天涯明月刀。其实这个是安全带啊，它是安全带没有插入锁扣，没插好。我想司机，比如你，哎呦雪儿，你确定不要你自己来开？坐我的车你怕吗？你放心吗？就怕考到时候没车，一直不开，到时候又不开，不会的啦。就跟你自行车其实差不多的，你自行车的话，就是你很长一段时间不骑，你会不会骑？上车不也骑吗？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拿了驾驶执照，以后你万一有车很长时间没开的话，你上车之后感觉很快就能找回来，跟新手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啦。好，下一题啊，来，自行车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的时候呢，提醒驾驶人安全带插头未插入锁扣，对吧？这就对了啊，安全带没有插好的话才会亮灯来提醒你。座椅没调整好不会亮灯的，那调整座椅，那什么位置什么样的样子才叫调整好呢？没有一个什么标准，对不对？安全带呢必须要插入锁扣，你座椅调到什么程度才能调好了？根据你自己而言，对吧？所以座椅没调整好根本就不会亮啊。来看一下，所以这道题选的 A 选是正确的啊，这个是安全带没有插好。其实不会忘，对，我也觉得不会忘。就像你，所以你忘了，最多是手生了。你开开的话，那种感觉还会回来的，跟新手的话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好，下一题来，自动车发生故障的时候，如图所示，这个灯啊一直在闪烁，对吗？来看一下，这道题值得你们自己做一下啊。哎，建哥这次不会再错了，是不是？来，这道题。如此，这什么灯啊？两个三角形，它叫做双闪啊。为什么叫做双闪？因为它两个三角形嘛。那双闪其实它的官方的名字啊，叫做危险报警闪光灯啊。危险报警闪光灯。那危险报警闪光灯在发生故障时，这个灯闪烁，对吗？哎，没错，是 B 选项错误的啊。很棒耶。为什么？因为双闪的话，它是要我们驾驶人自己开的啊。科三灯光考试用这个啊，有这个。但这道题是错的。发生车辆发生故障，确实要开双闪，但是这个灯它会自己亮吗？不会，它我们人去开的，手动去开的，不是车辆发生故障，这个灯就自己亮了。你不开的话，这个灯也不亮，对不对？所以这道题是错在这儿啊，选 B 选项错误啊。还同学选 A 的，选 A 的同学再来看一下啊。来，自动车发生故障，如图所示，这个灯亮是错的，因为发生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这个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是要你手动去开的，自己去点开的，你不点开的话，这个灯也亮不了，所以错在这儿了啊。好，下题，你看这道题，这样才是对的呀，是不是？来打开，哎，打开危险，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如图所示，这个灯亮，这么说才是可以的，不要忘了，对，科目三也有双闪这个灯的啊。来，这道题大家可以做一下啊，看看。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如图所示，这个灯亮，这样对吗？这样说就正确了啊，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因为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这个灯确实会亮啊，它就是双闪啊，它就是危险报警闪光灯呀，所以这么说是对的啊。那这么说就错的了，因为这个灯它不会自己亮，要我们自己去开的啊，要我们人手动去开的。嗯，好，下一题来，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的时候呢，提示发动机向蓄电池充电 ，A 正确 ，B 错误，来做一下啊。对了，所以前道题选的 A 选项正确的啊。
来换题目了，这一道题来做做看。哎呀，就是想看看舒服的，恢复一点力气了啊！刚站着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了，现在恢复一点力气了。来，首先呢，这个电路它叫什么？它是一个充电电路，为啥？你看有正极，有正负极，就不就充电吗？所以它是一个充电电路啊。那这个灯亮代表啥？代表着充电电路发生了故障，有故障有问题了啊，发生故障了。那发生故障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发动机不像蓄电池充电了啊，不是没电了，是不像蓄电池充电了啊，有问题有故障了呀，它不充电了呀，对不对？不充电了，没电了，差不多啊，就不充电了。所以这样你选择并选是错误的啊！这个灯亮是不是有故障有问题？是不充电了，而不是充电啊！充电的时候呢是不亮灯的啊，亮灯的话就代表有故障有异常了，看不到了。为啥看不到了？啥看不到了，宝贝儿？看不到啥呀，乖乖？题目看不到吗？还啥看不到了？还看不到我了？好，下一题啊！来，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的话提示行李舱开启。来，这个位置什么？是车头啊，是车头，车头是行李舱吗？注意，我们这些做题目啊，都是一般常见一些车，常见一些车啊，对，是发动机啊，这是发动机舱，所以选 B 选错误啊。车头是发动机舱，车尾巴呢，车后面啊才是行李舱，一般车上都是这样的啊。不要在这想一些什么跑车啦，一些豪车、跑车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不一样啊，我们就想一般车上就行了。好，直播什么时候是吧？我们是下午3点播到5点啊。下午3点播到5点，晚上8点呢播到10点，每天有2节课，所以你下午没有时间，你可以晚上来听课；晚上没有时间，可以下午来听课。这样，兄弟你好坚持啊！宪哥是被他感动了吗？我都怀疑他是人还是机器啊！真的好坚持，每天都来，你知道吗？有事没事都发一句，你是个自动设置的吗，宝贝儿？好，下一题啊，来，机动车上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一直在亮啊，表示安全气囊呢处于工作状态。来看一下，听说你要啊，建哥，他偶尔他会打错别字，如果他不打错别字，我真的以为他是机器了，但他偶尔会打错别字的，建哥。来，这个灯亮表示处于工作状态，对吗？首先这个灯啊，它确实是安全气囊，一个驾驶人前面有个球啊，就是安全气囊。发生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安全气囊会弹出来保护我们，对吧？那确实是安全气囊。那题目说啊，题目说它处于工作状态，对吗？哦，没有见过吗？之前经常打，有时候还会打错别字呢。它，而且有时候不小心会打拼音，你知道吗？就是你打字的时候可能没点好，不就是拼音发送了吗？它有时候还会打拼音呢。来，选的 B 样错误的啊，注意。哎呀。安全气囊亮灯的，安全气囊工作的时候，咔咔咔的话，退出可以再进一下啊，重进一下。安全气囊工作的时候亮灯吗？你车上的安全气囊一直亮着灯吗？没有吧，是不是？安全气囊和 ABS 一样啊，它一直都在。那我们发生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出来保护我们的。是它工作的时候不会亮灯的啊，那它亮灯代表啥？那亮灯就是它代表出现故障。出现异常了，希望你去检查一下，对不对？免得发生特殊情况的时候，他救不了你啊，帮助不了你了，就这样。那工作的话是不亮灯，那亮灯呢，就是代表出现故障、出异常了，他一直都在，他不会说什么不工作、工作了，他一直都在啊，一直都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来了。所以这道题选的比较错误的啊，不是工作状态，是出现异常、出现故障了。如果车得太快感到害怕，可以抱紧飞哥大腿来克服恐惧，那必须的啊！飞哥的大腿这么壮、这么稳，是不是这么有安全感的？好，下一题啊，假设怀孕了，怀的可能是哪吒。好，下一题啊，来，哎，没划过去啊。来，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亮啊，表示启用地板及前风窗玻璃吹风。来看一下，首先题目说地板怎么看？一个箭头往下指向地板呢，不就是地板吗？对不对？地板吹风啊，所以地板是正确的。那前风窗玻璃吹风呢？哎，前面的玻璃有风起来了啊，而且扇形的啊，主要是它，我们怎么区分是前风窗玻璃还是后风窗玻璃？看形状就行了啊。这道题呢，它是一个扇形，就跟我们自己的车一样，我们自己车前面你看，前风窗玻璃是最上面是不是有弧度的？
有扇形的吧，是不是？所以扇形的啊，有弧度的是前缝窗玻璃；如果是矩形的，就是长方形啊，矩形的才是后缝窗玻璃啊。看形状就行了，其实跟咱们车也很像，我们车的后缝窗玻璃不就是矩形、长方形的吗？对不对？但我们车的前缝窗玻璃它是扇形的呀，有弧度的呀。所以这道题是选择没错啊，选择 A 选项是正确的，确实是地板以及前缝窗玻璃吹风啊，选择 A 选项正确，嗯，是对的啊，前缝窗玻璃。好，下一题。来，机动车仪表板上啊，辛苦了，谢谢，真是有钱人啊！不知道这两天咋了，突然有点劳累的感觉啊。其实以前还好了，以前还好了，会尽快恢复状态的啊。尽量以后呢，上课还是站着上，站着上啊，坐着有点太憋屈了，太难受了，坐着。飞船啊，那飞船不是这样的，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考的是小车哦，不是用其他的啊，小车宝贝儿。来，机动车仪表板上，如图所示，这个灯一直亮的话，表示发动机控制系统出现故障了。来，题目中你看这个图已经画得很好了，是不是跟发动机长得可像，对不对？发动机不就这样吗？是不是？跟发动机长得可像了啊？那这个灯亮代表啥？哎，没错，其实就是代表发动机系统出现故障、出现异常了啊，就是有问题了。它亮的话就代表有问题了，所以它是一个发动机的一个自检灯啊，就它这个灯亮的话就代表着发动机出现故障、出现异常了。间隔咋答错了呢？这不出现异常、出现故障了吗？那你以为它亮是怎么？发动机是控制系统啊，它也是一样，一直都在的，一直都在那儿，一直都有，一直都你让它工作就工作，对不对？它不会说哎呀，什么？它又不会说哎，我工作的时候一直亮着灯，那一天到晚亮着，对吧？它亮灯的话就代表出现故障、出现异常了啊。或者科目一不讲啊，不讲宝贝儿啊，我们直播间只讲小车啊，这样小车。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我客车、货车、摩托车各种题都讲的话，真讲不过来。而且说实话，考货车的人不会那么多，还是考小车人比较多，所以讲小车可能会更有意义一点啊。反正你其他的就是货车、客车什么的，你就自己去看题不就好了嘛，对吧？你大家看一下啊，虽然我讲课的时候没有给你看，就珍惜时间嘛，不浪费时间。但是每道题目你往下滑，下面都有你看技巧讲解啊、题目解析、高手指点、精华点评、好友互动等等之类的，讲解也很详细，你自己去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好，这个是跨年前的疲劳期，真的吗？啊，我得赶紧调整好了，希望跨年的时候能够精力充沛。感谢真心的荧光棒，谢谢百变飞利老师，我来报道啦！欢迎真心啊，欢迎真心，么么哒！好，下一题啊，来点火开关，点火开关啊，点火开关的问题啊，之前好像也是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的。来，将点火开关转到 ACC 位置，启动机开始工作，对吗？首先，启动机开始工作，开始工作，启动机工作不就 start 吗？对吧？start 它就有开始工作的意思啊。所以，像如果同学放大看一下，嗯，这个表。所以，如果咱们这个钥匙孔啊，它是对准 start 这个位置的，它就是启动机开始工作了啊。所以开始工作 on 呢？这刚看你比讲了一会儿去练了变体93分，哇，恭喜喽！看来你来直播间真的是来认真听题的，眼睛没有只盯我身上，对不对？给你点个赞啊，棒棒哒！就是要这样来认真听题，听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参加一下模拟考试，肯定是有分数呀，各方面都是有所提高、有所收获的啊。直播间分享都是干货，宝贝儿，趁着好漂亮，谢谢，我都没站起来，一会儿站起来给你看一下啊。现在我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太累了啊。来，点火开关指在 start 这个位置就开始工作的意思啊。那指在 on 呢？on 就是通电，宝贝儿，93分，加油，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宝贝儿。如果你多模拟几次，每一次。基本上成绩都能够在90分以上的话，你考试就比较稳了啊。on 就是通电，大家都有用过计算器吧？计算器上面有 on 点开，是不是通电了？计算器都打开了。off 呢？off 就关闭了，计算器就没有电了，是不是？所以 on 大家应该很常见的，包括我们很多台灯 on 开灯，是不是？off 关灯，对吧？所以 on 呢它就通电啊，但是在我们驾考当中，它通的电呢是除了启动机之外，其他车上所有的电源啊就是通电。所以看就能达90分以上，对，90分以上基本上就已经差不多了啊。但是要多模拟几次，因为之前我们直播间就有人就模拟了十几次，但是只有2次90分以上，结果他最后就挂掉了。因为每次出的题目难易程度可能不一样，所以多模拟几次，看你的稳定成绩啊。来，ACC 呢？ACC 是附件电源啊。我们如果说钥匙孔只在 ACC 这个位置，就附件电源，比如说收音机啊等等这些啊，接通附件电源。那 lock 它就是锁住啊。
lock 这个英文，它的含本身的含义就是锁住、锁定。lock 在哪里有？在我们的就电脑的键盘上面有，是不是？键盘上面也有 lock 锁住键盘，对吧？那在我们驾考当中，这个 lock 呢，就是在锁住转向盘啊，锁住方向盘的。这 lock 这位置就是把方向盘锁住了。啊，有电了，是哦，有电了。扣分老师记不住，扣分题我们之前讲过啊，我们这个星期近期。这个星期讲过吗，建哥？你还记得吗？扣分题，我想想看啊，扣分题啊，扣分题好像讲了一分、两分、三分啊，一分、两分、三分。那晚上可以再给你讲一下六分、十二分，好不好？所以想听扣分题的可以晚上来啊，这周还没有讲过，我给大写的锁定。英文真好，真不愧是美国待过的。来，所以这就是四个英文的分别的含义啊。那再来看题目，题目这道题说，题目说 ACC 是启动机开始工作，对吗？你不就错了吗？开始工作 start 呀，是不是？ACC 是副件电源啊。好，下一题来，点网开关在 on 这个位置，轻用电线不能使用。来，这里坐下啊。刚才四个位置都给大家讲解了一下，题目来了，自己去思考一下。on，来思考一下吧。想听扣分题，可以今晚来啊！今晚我们8点到10点可以再给大家讲扣分题，因为这个星期好像没有讲过啊。一个星期呢，咱们基本上只会讲一次，讲这么详细啊。扣分题今晚可以给你讲详细一点啊，一个星期就这么大范围的去讲一次，好吧？所以记得晚上记得来啊。哎，没错，选择 B 选项对不对？哦，我刚刚是不是说过它是通电了？那轻用电器可以用吗？当然可以使用，通电当然能使用了，对吧？所以这样的选 B 选项错误啊。哦，是通电，是可以使用的。好，下一题来，点我看完在 lock 这个位置拔出钥匙，这样盘会锁住。哎，简单对不对？lock 它本身就是锁定、锁住的意思啊。来，A 这选 B 错，我做一下。来，这道题大家再思考一下下。思考一下下，哎，是的，A 选项正确啊，lock 不就锁住锁定吗？对吧？锁住什么呀？锁住转向盘呗，锁住方向盘啊，所以选 A 选项正确。好，最后一道题啊，来下一道题，电网开关8181是啥？电网开关在 start 这个位置的时候，启动机开始启动。A 正确，B 错误。来看这道题，start 开始干嘛？开始工作呗。启动机开始工作了，对吗？这个简单了，是不是？来，因为可能网络有延迟啊，我等给大家2秒钟时间，正好思考一下啊，正好看一下你们的答案。哎，选的 A 选项正确呗，是不是？大的开始工作嘛，启动机开始工作了啊！你看，点我开关其实并不难，对吧？只要你把四个都搞清楚了啊，题目不管是正确的题还是错误的题，你都会做了啊，都会做了。好，下一题啊，下一题来，将转向灯开关向上提，左转向灯亮。A 这也 B 错，哎，这个转向灯的题可以做一下。点火开关我们就过了啊，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还有同学对点火开关有疑问的不？应该没有了吧？那我们就点火开关的问题就过了啊。下面我们讲一下转向灯的问题啊。该正确，哎，有同学说正确的，有同学说错误的。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图片中虽然啊。图片虽然亮的是左转向灯，但是图片在混淆你啊，你得看题目是不是？来，转向灯向上提是，向上提是谁亮？是右转向灯亮啊，向上拨是右转灯亮，向下拨是左转向灯亮，所以这道题呢选的 B 选是错误的啊，不对，是错的，错的。如果你向上拨、向下拨，你搞不清楚，你就这样，你把这个就是操纵杆，你给它掰正了，来。掰正了，它为什么歪了？歪了，我们开车的话比较好拨啊。你给它掰正了，往这边掰正了，你给它向上提，不就是向右吗？是不是？向下拨呢？向下拨不就是向左吗？所以它只是歪在旁边的比较好拨而已啊。你把掰正也无所谓，你把掰正了，向上不就向右吗？是不是？那方向完全是一致的呀，向上就是向右，向下呢就向左。所以这道题向上提不就是右转能量吗？所以选的 B 选项错误啊。选错误，如果你什么上什么上右下左分不清楚，你就把它掰正了。那往上一拨不就往右一拨嘛，对不对？同一个方向的啊，一家人。好，下一题来。这道题啊，将转向灯开关向下拉，右转向灯亮啊。哎，这道题可能再错了啊，一样的套路，对不对？来把那个操纵杆给掰正了啊，掰正了。向下一拨是往哪边呀？向下拨往哪边？对，往左边啊。把它掰正之后啊，你看它本来是斜的吧，掰正了。向下拨不就向左吗？向上拉不就是向右吗？是不是？所以向下应该是向左啊。这道题还是选 B 啊，还是错误的啊，错误的。
虽然题目中确实亮的是右转的亮啊，图片中是右转的这个灯光亮，但是图片在混淆你们。咱们还做题还是要看题目，对吧？那题目怎么说，肯定就怎么来呗。图片就是用来混淆你们的呀，有时候。好，下一题啊，来，灯光开关旋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全车灯光点亮，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啊。那这种题目呢，我们看这个操纵杆的小白杠。来，操纵杆啊，这里有个小白杠，小白杠对准是哪个灯光，就是哪个灯光亮啊。那这道题呢，小白杠对准是这个灯光啊，这个灯光，我给它画起来啊。这个灯光，题目说这个灯亮啊，什么全车灯光亮起，对吗？来，大家做一下啊，A 正确，B 错误。这个灯亮起，全车灯光点亮，对吗？做做看啊，这个灯我们前面是不是也有见过？还有几个灯泡呀？两个灯泡。这样灯泡位置怎么样的？啊，有同学选 A 的，是不是？来，前面这个灯光我做过呀，它有好几个名字，不忘记了吗？我刚当时还说它有好多个名字，就像我们很多人有什么大名、小名、乳名，对不对？什么宝宝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小名啊，那你看这个灯啊，两个灯，前面一个灯，后面一个灯，两个灯亮了，所以它叫做什么？它叫做前后位置灯啊，还记得吗？前后位置灯呢，也叫做示廓灯，也叫做示宽灯，展示向了一个轮廓，展示向宽度，展示向了位置的。示廓灯、示宽灯、前后位置灯都是它，所以这道题说全车灯光点亮，对吗？错啦，所以选的 B 选项啊。那全车灯光是怎么样？对，示廓灯啊，全车灯光呢是像一个灯泡一样，这像一个灯泡一样发光发亮的灯泡亮吧，而且全都亮了啊。所以全车灯光呢总开关啊，就总开关，这个是总开关。总开关呢是像个灯泡一样发光发亮，特别亮的啊，才是总开关。这个呢是前后位置灯啊，注意区分。前后位置灯呢也叫做示廓灯，也叫做示宽灯啊，他们是一家人，其实形容的是同一个人啊。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吗？比如说啊，我叫菲菲，你叫大菲菲、小菲菲，都是我啊，对不对？啊，从名字能看出来都是我。好，下一题啊，来，灯光开关在该位置的时候呢，前雾灯点亮啊，来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小白杠啊，小白杠指的是这个位置。小白杠这道题啊，小白杠指的是哪一个灯？就是哪一个灯亮？这道题小白杠指的是这个灯。题目说前雾灯点亮，对吗？我把灯光给你们放大了啊，因为可能离得比较远，图面看不清楚，我给你们放大了。来，这个位置啊，前雾灯灯光打亮了，对不对呀？对不对呀？这是前雾灯不，宝贝们？宝贝儿，宝贝儿，一起来做做看。哎，没错，选 A 选正确的啊。来，首先它这个雾灯像烤串一样，它是雾灯，烤串的时候有雾，那雾在这个灯的前面不就是前雾灯吗？对吧？所以这里选 A 选是正确的啊，它就是前雾灯，对不对啊？对的呀，宝贝儿，你咋不会看了这个？傻了吗？傻了吗？这个灯不就是前雾灯吗？首先有雾，这个雾在灯的前面，不就是前雾灯吗？题目说前雾灯点亮，不对的吗？所以选的 A 选项呀。雾在灯的后面就后雾灯啊，所以这道题是对的呀，对的呀。来下一题啊，按下这个开关，后封装玻璃除霜器开始工作。来这个开关啊，亮的是这个。题目说它是后封装玻璃啊的除霜器开始工作了。A 正确，B 错误，来做做看。题目当然是它是后，它后吗？嘿嘿。哎，错了，对不对？这是什么？这前然后呀？这是前啊，这是前，像看形状，像扇形一样有弧度的啊，就是我们前封装玻璃。那下面这个矩形啊，就长方形的才是后封装玻璃啊。所以这里选 B 选错误，它说反掉了，不是前封装玻璃，是后封装玻璃啊。不是后封装玻璃，是前封装玻璃啊。弧形有弧度的啊，是扇形的前封装玻璃。长方形就没有任何弧度的，是后封装玻璃，所以这道题选 B 选项错误啊，错误。好，下一题，来下一道题啊，来上下搬动这个开关，前封装玻璃挂水器开始工作，A 正确，B 错误。操纵杆，这个操纵杆在我们方向盘的右边，是不是？左边的操纵杆是来控制灯光的，那各种灯光。那右边操纵杆呢？右边的操纵杆就是用来操纵一些挂水器啊，对不对？雨刮器啊、挂水器啊等等这些的，对，缠上后长方形。其实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日常在生活中看得到的一些车也是一样的。
我们车头前面的玻璃不就是扇形的吗？车门上玻璃不就是长方形的吗？对吧？按照理说，挂耳机开始工作，对吗？这是正确的啊，正确的。左边的操纵杆操纵着灯光，右边操纵杆操纵的就是挂水器这些啊，所以选 A 选正确，没错啊。来下一题，安全头枕用于在发生追尾事故的时候呢，保护驾驶人的头部不受伤害。来，头枕媒体，哎呦，这个东西也表示右转，啥意思？哪个东西？前面那个东西吗？右转的话在右边，宝贝儿，右在右边啊，左边是控制挂水器的，转向灯在右边啊，在正向盘右边。那这道题有人选啊，选 A 的是不是上道题？是不是？哎，这里看一下安全头枕，他说保护的头部吗？哎，错了啊，选的 B 选错的，没错啊。安全头枕它的位置呢是与头部齐名，它放到后脑勺头部这儿，这样车辆确发生追尾的时候，你看追尾因为惯性，我们头是不是会往后仰？那头部这里垫个东西，我们头就不会往后仰了。那我们脖子啊，就颈部就不会这样咔嚓往后一扭，哇，骨折了，断了，是不是？所以它位置呢是与头部齐名，但它保护的是我们的颈部啊。还有同学选 A 的，是的 B 选错误，宝贝儿，它保护的不是头部啊，保护的是颈部。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头枕放后脑勺这儿，你发生追尾的话，你脑袋直接靠往后一扭，你可能颈椎就断了，颈椎都扭到了，是吧？所以它保护的是颈部啊，并不是头部。它位置呢是与头部齐平，保护的是颈部。好，下一道题啊。注意他们的之间的关系啊，安全头枕位置呢与头部齐平，但是在追尾的时候呢，保护颈部不受伤害。好，下一题，自动车紧急制动的时候 ，ABS 系统在提供最大制动力的同时，能使车轮保持转动能力。哎，这道题考的是 ABS 题了，考的还蛮基础的。哎，就你车辆如果安装 ABS 的时候，你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你是可以紧急制动的，这个可以，因为你车辆。题目说了你的车有 ABS， 那有 ABS 你就用力踩呗，猛的踩呗，紧急制动呗，是不是？而且正好就是，如果说你车上有 ABS， 遇到紧急情况你不用力踩的话 ，ABS 它反而发挥不了最大效能，所以一定要用力踩啊！有了你就用力踩，没有你就轻踩。那这道题来看，怎么就错误了呢？建哥，那 ABS 是什么 ？ABS B 包包 S 四四，所以 ABS 呢，它就是防抱死制动系统啊！来，给它写下来。ABS 就是防抱死制动系统，那它到底是干嘛的呢？括词儿防抱死，防止车轮抱死。车轮抱死什么意思啊？车轮抱死就是车轮自己跟自己抱死，车轮不转了。那防止车轮不转，不就是让车轮保持转动能力吗？是不是？所以这里选的 A 选是正确的呀。你看题目，它考得很灵活的啊。防止车轮不转了，防止车轮抱死不转了，不就是让车轮转起来吗？所以这道题是选择 A 选项是正确的啊，这个就是 ABS 的作用。科斯题吗？不是啊，宝贝儿，现在讲是科密的题，但 ABS 的话不仅科一科四都会考，所以说就是很多题目啊，科一和科四题是一样的，差不多的，考的东西都一样的，其实对吧？比如说这个 ABS 科目四也会考吧，是不是？所以这道题选择 A 选项是正确的啊。防止车轮抱死，让我们车轮保持一个正常的转向能力。好，下一题来，选择题了啊，判断题终于都讲完喽。我是反面典型啊，得亏你已经过了科一了，要不然怎么办哟？但是科目四这个 ABS 也会考啊，建哥需要注意喽。好，下一题啊，来，驾驶报废机动车上路行驶的驾驶人，除了按规定罚款之外呢，还受到哪种处理啊？来，这道题考的是处罚题了。是文字版的处罚题，对不对？什么吊销啊、罚款啊等等之类的啊，什么拘留啊之类的这种题目，有没有人搞不清楚的？我相信肯定有的吧，对不对？但如果说你之前在我们这边听过这种类型的一个题目和一般规定一些技巧方法，你肯定会做了，是不是？那没有听到怎么办？那再来听呗。那怎么办？能怎么办呢？对不对？再来听，或者你点我们旁边啊，圆明家伙这个直播旁边有个更多课程，里面有我们提前给大家录好的课程。科目一的各种就是题型都有录下来，而且是录的都是比较难的题目啊，什么扣分题、罚款题啊，还有什么难的标线啊、标志题等等之类都有啊，都录下来了。嗯，没错，这道题选的 D 选项，就是是不是？就是选的 D 选项吗？来看一下啊，像这种处罚题，我们怎么去看啊？首先第一名是罚款，就因为罚款罚的是真金白银。所以有罚款我们先选罚款，但是如果说题目有些有金额的题啊，罚款它的金额罚的不对的，或者说题目中啊已经提到有罚款了，
那就没得选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只能选吊销了。但一定要看一下吊销的东西，对不对啊？有时候吊销的东西会错的，吊销东西行驶证，那你就选马款呗，对不对？吊销的一定是驾驶证啊，如果题目说吊销行驶证就不对了。所以这道题啊，题目已经说到罚款了，我们就选吊销呗，是不是？那还第三首，哎，跟传位置一样的啊，皇位传下去，第一名罚款没得传，传给吊销，吊销没得传的。如果题目呢已经说了你这个驾驶证被暂扣了，就证呢已经被扣了，已经对驾驶证呢已经有处罚了，就被暂扣了啊。那对那个什么，对钱也罚了，题目已经说到罚款了，那选谁啊？那第三名啊，第三顺位就是拘留。所以我们其实是这种题目啊，咱们都是有递几顺位的，第一顺位罚款，第二顺位是吊销。题目说到了驾驶证。暂扣了，说到了钱没了，罚了啊，就钱没了，证也没了，那我们只能拘留你的人啦，拘留人了就只能拘留你的人啦，所以它是有顺位的啊，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第三顺位，所以知道你看题目已经说到罚款了，所以我们选吊销，来再来一题啊，来，前面那题呢，注意啊，前面那题是驾驶报废车啊，驾驶报废车和驾驶拼装车的处罚都是一样的。好，下一题来，对驾驶已经拿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驾驶，会受到下列哪种处罚？直播吗？是的，直播啊，素颜白头。我们目前斗鱼这边呢是没有讲课的回放，没有讲课的录播的，只要我在讲课的都是回放啊，都是直播啊，宝贝儿，脑子晕了啊。只要我在讲课都是直播，在我们原贝这边啊，原贝驾考这边才会有一些我录的课程，有一些回放，但斗鱼这边是没有的啊，没有放上去。考试93分过了，嘻嘻，恭喜奥特曼啊！今天又有宝宝过科三了啊！恭喜奥特曼93分过了啊！接下来你就可以放心的学科二、科三了，是不是？啊，科目一93分过了啊！那如果说后过两天我们讲科四的时候，你也可以听来听一下啊。来，这里选啥呀？来，我们刚是不是说了有罚款啊？屋里暖和不暖和呀？哇，这是什么礼物？感谢浪漫下的烟火的圣诞心愿和圣诞树灯塔，谢谢哇，谢谢礼物，谢谢灯塔，谢谢老板大气哇，老板大气啊！学驾考、斗鱼、学穿搭都学，两边都要学，宝贝儿，感谢礼物，眼睛里泛小星星了，好久没看到这么漂亮的礼物了，谢谢礼物，谢谢。那我们看这道题啊，又是个处罚题，是不是有罚款？先看罚款，但是罚款的金额你看对不对？罚20，你开报废车就罚20块钱，那人人都开报废车是不是？所以罚的太少了啊，咱们应该罚的是罚200到2000。那罚款不对，选谁？就选吊销呗。所以这里选的 B 选项啊，吊销也是驾驶证，正好就选的 B 选项了。啊，感谢龙小米的点赞，谢谢，感谢龙小米点赞，哇，过一星挑战了，太谢谢各位兄弟们啊，谢谢谢谢，来，我一定要站起来感谢一下。一定要站起来感谢一下啊！因为快下播了，那我们就站起来讲一会儿吧。站起来感谢一下，哇！圣诞节，这是我圣诞节收到的第一个礼物耶，竟然是咱们直播间的宝贝送的啊！谢谢大，谢谢宝贝的圣诞礼物。好，所以这道题呢是选的 B 选项啊。C 选项罚款为什么不选？因为罚的金额太少了啊，罚的金额不对。那这道题考的是一个报废车辆啊，驾驶报废车。那刚说过，驾驶拼装车、报废车的处罚都是一样的啊，罚款呢也会罚200到2000，也会吊销驾驶证啊。拼装和罚款是一样的。好，下一题，拼装和报废车的罚款是一样的啊。谢谢老板，老板大气哦。站起来感谢老板啊，感谢老板，谢谢。好久没有看到礼物了。好，下一题啊，来了，刚说完说曹操，曹操到。对驾驶拼装机动车上路行驶的驾驶人会受到下列哪种处罚？来，A 选项啊，拘留；B 选项追究刑事责任；C 处200到2000的罚款；D 吊销机动车行驶证。来看一下啊，嗯，接人给出答案了。这次我一定要抢这个宝箱，你们手速都好快。选哪个呀？哪个车不是拼装的？那是零件给拼装的吧？就是拼装车啊，是你自己拼装，宝贝儿，不是说你买的车什么拼装，自己拼装之类的。来，没错，选择 C 选项啊，有没有同学选 D 的？你千万不要看了吊销就选吊销了啊，好有道理啊。那零件拼装，那但是人家那是正规车，这里指的是驾驶拼装机动车，是你自己拼装的车啊，宝贝儿。来看一下啊，吊销什么？吊销的是行驶证，我是不是刚给大家讲过这个套路了？行驶证能吊销吗？
行驶证不会吊销啊，行驶证是车的。我们驾驶人犯的错误呢，一般都是吊销驾驶证的啊。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选的 C 选项，千万不要误选 D 了啊，吊销行驶证是不对的。好，下一题，下一题啊，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哎呀，想领取保箱，哇，你们手速都好快啊，保箱也被洗劫一空。建哥，你手速好快哦！我的天，没抢过你啊！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除了会依法给出行政处罚之外，还会实行下列哪种制度啊？看这道题，看你们题目能不能听懂，能不能看懂？这为什么是有他就是年检就过不了？那你看你年检哪里过，哪里没过呗？看看你哪里不符合要求，你就去把它搞符合了呗，是不是？来看年检不符合的话，人家都会告诉你哪里不符合，你去把它搞符合不就行了嘛？我就试试，没事儿，这手速快是好事儿，对不对？过年时候可以多抢点红包了，建哥。来看这道题啊，哎，没错，这道题还是选 C 选项，是不是？还有同学看不懂题，是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除了行政处罚之外，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罚款、行政处罚、罚款、拘留等等之类的，还会干嘛？还会扣分啊！非常典型，不是还会扣分吗？是不是？所以这道题就是问大家，扣分实行的是什么制度啊？累积积分制度呗。所以这道题选的 C 选项啊，这个累积积分制度啊，扣分实行制度就是累积积分制度，就是每次分数它都会累加的啊，累加的，叠上去的，累加的啊，不会是覆盖的，是累加的啊，叫做累积积分制度，所以选的 C 选项。啊，像没过是尾气还是改装部分？对，你看哪个像没过？好，下一题来看一下啊。来，前方路口这种信号灯亮表示什么含义？表示什么意思啊？来，A 选项路口警告，B 加速直行，C 加速转，D 禁止右转。禁止右转。来看一下这道题，其实也不难啦。来，图片放大看一下啊，图片中是不是只有一个黄灯在闪烁？一个黄灯啊，一个黄灯在亮着，那这个黄灯表示啥？做题也不行啊，做题反而要慢一点。做题你手速太快，有时候你做题目啊，手太快，脑子没有跟上的手的速度，你会发现，哎，脑子明明过了一会儿反应过来是选 B，手已经选 A 了，你是不是想把自己手剁了？那做题要慢一点啊，做题要慢一点。这个抢红包的时候手速要快，可以快一些。哎，选的 A 选项对不对？那路黄色这个颜色啊，黄色这个颜色不就有一种什么警告、警示、提醒你注意什么情况？等等，这种意思在里面，对吧？黄色这个颜色本身就有这个意思啊，所以选的 A 选项，路口警示啊，没错，选 A 选项。好，没人答错，下一题啊，很棒，没人答错。好，下一题，驾驶机动车在路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如何行驶啊？A 选项可以向右转弯，B 靠右侧直行，C 遵守交通信号灯，D 停车等待。来，图片放大看一下啊，来一个交警手一举，信号灯是绿灯，然后呢，我们应该怎样行驶呢？也不难吧，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交警手势题了啊。嗯，小米弟弟很快嘛，很快呀、啊，小米儿。来，是哪一个呀？我们等一下，原贝这边同学啊，原贝这边还没给答案呢，让原贝的同学也思考一下，给人家一个思考时间啊。哎，对了，选的 D 选项呗，是不是？来，只看到交警一个手心的，停下来，不能再过来了啊，停止等待，停下来。所以只有交警一个手心的啊，就是停止信号，停下来。不能过来啦，停下来啊！所以选 D 选项，有没有人选 C？什么遵守交通信号灯的啊？如果有交警的，我们肯定先听交警的，以人为本啊！有交警指挥，先听交警指挥；交警没有交警的，咱们才能看才再看信号灯啊，再看信号灯。所以这里选 D 选项，不要选 C 去了。如果年限较长，来下一题啊，就能过。你看看人家都老司机，懂得可多了。来，你们自己讨论着吧，我就讲题了啊，因为我还要给原配这边同学讲题呢。来，这段道路红车所在车道是什么车道？A 选项快速车道，B 慢速车道，C 专用车道，D 预定车道。哎，这个也简单吧？什么车道呀？红车啊，是在我们这一边，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半边的最左边？是不是最左边这个车道啊？在我们这个方向的最左边的车道，所以它是什么车道呢？哎，没错，选的 A 选项啊，最左边是快车道啊，速度比较快的车道，快速车道；最右边是慢车道啊，最左边快车道。A 选项，好，下一题，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靠边停车过程中如何使用灯光？靠边停车怎样使用灯光？
哎，这个美国的朋友们，这个的话不是美国朋友啊，这个的话，如果说你在国外考试的朋友啊，就需要注意一下了啊。靠边停车应该使用啥灯光呀？来啊，选 D 选项没错。哎，对呀，选 D 选项啊，提前开启右转灯，因为我们中国呢实行的是右侧通行原则，都是靠右行驶的，所以我们靠边停车都是靠右停，你没发现？像你科目三。路考靠右停车，什么靠边停车不都是靠右停吗？是不是？为什么一些急转弯我们都要靠右侧减速慢行啊？因为我们中国实行的就是右侧通行原则啊，所以靠边停车要靠右停，靠右停不就是开启右转灯吗？所以这里选的 D 选项啊，D 选项，我们中国实行的是右侧通行原则。那我们这个题目的话，在国内考试同学都是可以用的啊。选 C 的我看，选 C 开启危险帮你闪光灯，危险帮你闪光灯什么时候开？比如说车辆发生故障。车辆发生异常了，对不对？车辆发生事故了，或者说能见度过低的时候啊，能见度特别低的时候，也可以开启危险帮你闪光灯，等等这些情况，对吧？或者说你车马上爆胎了，是不是？你开也赶紧开这种危险帮你闪光灯，也是车，其实也是车辆故障了。所以啊，再比如说临时停车啊，临时停车也要开危险帮你闪光灯。所以危险帮你闪光灯是这种情况去用的啊。靠边停车，咱们开启右转灯就可以了。那个坐下，没事，我已经坐了好一个多小时了。稍微站会儿，因为我们也快下播了，我们5点下播啊。我每天直播时间是下午3点到5点，晚上8点到10点。还有分钟下播是呢，宝贝儿，还有分钟就要下班了。但是晚上还有一节课呢，8点到10点还会有一课程呢。好，下一题，在这种天气条件下行车如何使用灯光？A 选项来使用近光灯，B 不使用灯光，C 使用远光灯，D 使用雾灯。这种天气什么天气？下雪啦！你们有没有下雪呀？竟然看到湖南那边下雪了，好羡慕呀！南京真的很少下雪，下雪了这种天气，我们如何用灯光呢？D 是什么？D 是什么？雾灯啊！注意雾灯，雾灯为什么叫雾灯？因为雾灯只能雾天使用，你说说看对不对？雾灯只能雾天使用啊！什么雪天、雨天的话，咱们都不用雾灯啊！雾灯肯定都是雾天用，宝贝儿，所以 D 肯定是不对的啊，乖乖。为啥要看下雪？开近光灯啊，选 A 选，因为视线你看现在下雪啊，视线可能没有平时那么好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道题选择 A 选项啊，使用近光灯。哎，题目问的就是你如何使用灯光，你来一个不使用灯光。题目问的就是如何使用灯光啊，所以选择 A 选项，要开近光灯。为啥要开近光灯？因为前面有车啊。什么情况用近光灯啊？哎，正好这个同学不是想听那个灯光总结吗？来给大家听说一下啊。近光灯什么时候去用啊？近光灯在有人有车的情况下去用，有人或者有车的，有人有车的情况去用近光灯啊。不管是你前面有车还是对面有人有车过来，咱们都使用近光灯。所以这里选的 A 选项使用近光灯，因为前面有车，对吧？因为如果有人有车，你使用远光灯的话，远光灯它的光线会慢反射，会反射，会使别人就炫目，瞬间致盲，就看不见了。所以有人有车用近光灯啊，那什么时候用远光灯呢？比如说夜间什么照明条件照明不良的啊，夜间照明不良的，前面一条路乌漆嘛黑的，不知道前方有没有什么情况，路上有没有一些故障什么之类的，我们这个时候开远光灯啊，把灯光照射的远一点。比如说我们下坡的时候，下坡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坡下面啊有没有拦路虎，有没有坑，我们就要开远光灯了啊。远光灯是这么用的，就是照明不良的。我是南方的，我这下雪，好羡慕。好羡慕呀！湖南下雪，过家路上感受一下冰火的绝望。哦，最近看到那个什么刷视频的时候看到的，有人就是刹车刹不住，通撞起来了。所以下雪天啊，特别下雪的地区，宝贝们出门一定要注意啊，减速慢行，速度慢一点，很容易打滑，轮胎容易抱死啊，容易打滑。我考驾照城市已经100多年没有下过雪了，这也太惨了。南京的话还得亏还好前几年下过雪啊。今年没有下，那远近光灯什么时候用呢？啊，注意，还有一个远近光啊。远近光灯它的作用呢，就是起到一个示意的作用啊。因为情况比较多，我就不写了啊。比如说，通过没有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因为没有信号灯控制，你不知道其他路口的车如何行驶，所以我们要开远近光灯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对不对？再比如说，通过急转弯的时候。哎，急转弯，因为是有盲区，你不知道急转弯那边有没有车过来，所以要看远近光灯示意。比如通过窄桥、通过坡顶的时候，你不知道坡那边、桥那边有没有车过来，所以也要看远近光灯示意，对吧？再比如说通过人行横道的时候，因为行人就有随意性，行人随意性比较大，方向多变，你有可能觉得，哎，这个人行道上没人，
说不定一会儿熊孩子就冒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通过人行横道的时候呢，也要开远近光灯，也是对行人啊或者非机动车起到一个提示作用啊，一个示意的作用啊。再比如说夜间超车的时候啊，夜间超车你也要开远近光灯，提醒前方车辆，提醒被超车辆啊，我要超你的车，你一会儿注意给我让一让路嘛，往右边靠一靠，金颜色给我让点路，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去用的是远近光灯啊，就是灯光体啦。100多年没下过雪了。就是啥，怎么不做了？是不是做够了？马上就下播了，马上就下班了，做啥呀？站起来准备收拾收拾，下班了，宝贝儿。来，对，下班了啊。来，所以这道题呢是选的 A 选项啊，用的近光灯。好，下一题来看一下啊。在这种雨天啊，雨天跟车行驶使用灯光，以下做法正确是什么？来，雨天，A 使用远光灯，B 不能使用近光灯，C 不能使用远光灯，D 使用雾灯。来，讲完这最后一道题，我们就差不多开可以下播了。这是在海南考的驾照，他在国外考的，他在美国考的硕士，他不是在美国考的吗？还想当个叮当猫呢？为啥还当个叮当猫？叮当猫是什么？那不是哆啦 A 梦吗？叮当猫是哆啦 A 梦吗？叮叮咚，旧金山，哎，没有去过的地方，只听过没有去过的地方。又选 A 选 C 的来看一下，A 选项，来是不是刚讲过呀？远光灯什么时候用？前面没有人，没有车，一片乌漆嘛黑的路，用远光灯，灯光照射的远一点。前面有没有车？你前面有车耶，你前面有人有车，你可以用使用远光灯吗？当然不行了，所以 A 是错误的啊。有人有车情况下，你使用远光灯，你没有被远光灯晃过眼睛吗？远光灯晃到眼睛，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看不见开车是很危险的，是会使别人瞬间致盲的，所以当然不能使用远光灯了。B 选项不能使用近光灯也是错的啊，因为啥？因为就要使用近光灯。C 选项不能使用远光灯才是对的啊，只有 C 选项是对的。D 选项使用雾灯啊，雨天啊、雪天都不用雾灯，雾灯只能雾天使用啊，雾灯一定是只能雾天使用的，所以这道题呢只有 C 选项才正确的。啊，叮当猫，好吧，我的天呐，这个谐音梗把我打趴了啊！这个谐音梗把我这个最喜欢用谐音梗的人都给打趴了，你厉害了啊！我还以为是哆啦 A 梦有个什么百变宝箱呢，真的是后车跟车直接远光灯，到时候窜出来一个鬼探头。如果你后面有车，你后车跟车，你跟了别人车后面也要开远近光灯呢，宝贝儿，开近光灯啊。太坑了，就是反正你要知道，我就是做题目和你开车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日常生活中你可能开不小心灯光开错了，你还能调整回来。那做题目你选错了就错了，分数就没有了，是吧？C 证还是 D 证的题啊？C 证啊，宝贝儿，我们这是 C 照啊，小车。C 照小车，摩托车 D 证，摩托车的话你可以去看原被驾考里面的题目，好不好？因为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哇，今天竟然二十四个人了，今天什么日子？什么情况？什么日子？你们咋都来学习了？今天那么多人进来学习了呀，搞得我都不好。不要用正常人思维做题，你得往好的方面想，你得站在出题者的方面去想。你要是站在一些社会的角度，一些社会上就是一些杠精啊、杠上花的角度来想的话，哎，我爱咋地咋地，我爱开啥开啥，怎么来想？那你题目就做不对了。一定要往好的方面想啊，往正能量的方面想啊，怎么做怎么对，怎么安全，怎么文明，怎么礼貌，怎么来，是不是？其实都是有一些规定啊。这种灯光，下班干饭了，费老师是的呢。做题目都知道要打转向灯，十一开车几乎没人打，对吧？你看做题目要打呀，因为本身就是要打的。就算你向左边一个车道，就算你后方没有车，你也要打转向灯。那你就红绿灯的时候，对吧？比如说红绿灯的时候，就算其他车道没有车，你红灯你就赶走啦。红灯必须要停车呀，吧？停车啊，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等。有没有地震的教学？地震的话自己看题啊，自己看题目。原被驾考里面有题目的，我们目前直播间只讲小车啊，因为我们驾校就是教小车的，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是只讲小车啊，C 照小车。谢谢主播，晚上我等着你。好嘞，晚上再来哦，等你们哟。晚上8点到10点还会有一场直播的啊，咱们不见不散。晚上等着你们哟，来咱们。原被这边同斗鱼这边同学啊，没有点关注，赶紧点点关注。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两天有讲课了，你们后面想听课，元旦想听课可能都没有了。元旦的话，因为我会休息啊，会休息几天。31号晚上啊，跨12点，我们应该会11点这样来直播吧？因为我们到时候我其实下播之后，朋友他们7、8点来，然后去逛个街10点多，然后11点多就可能会一起 happy 一下，到时候11点左右的时候会有一个跨年的直播啊，是我们自己组织一个小活动，
就是娱乐直播，你类似于就是娱乐性的、生活性的一个直播啊，就不是讲课了。所以想听课的你这两天一定要来啊！过两天元旦的话，我们可能就休息了啊，可能休息就是有一些其他互动呢、其他一些娱乐项目的直播啦，比如跟大家一起跨个年啊，一起 happy 一下，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瑞贝教练，想要一起跨年的，赶紧点下关注吧！到时候31号晚上记得一起来跨年哦，2022我来啦！到时候记得一起来跨年哦。那之后开车，反正也不敢上路。国内开车难度比别处高多了，是不是？国内车又多，规定又多啊，规则又多，就没有开看闯红灯的。我还是会开的，车 nice 就好，nice 不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到时候很多朋友啊，很多朋友，而且我们是在客厅啊，就是在房间里面客厅里面去举办一个那种跨年之类的，吃个饭什么之类的，没有空调，不像我小房间里没有空调，没有空调的话冻死我啊，真的，冻死我啊。但是应该会准备新衣服啊，会准备新衣服。过年会不会太冷？女人，你觉得寒冷能阻挡了女人逛街吗？肯定阻挡不了，对不对？再冷也要逛。是否骑在线上开？大家也不太想打。好的，那是其实考试就是考试，做题就是做题。那生活开车还是开车了，但是我还是呼吁大家最好还是严格的去遵守交通规则吧。万一一不小心扣分了，一不小心撞车了怎么办？对不对？哎，这个有一道题就是点错了，刚才啊，好了，你看把屏幕都换了。2022愿今年什么遇见？下面字被挡住了啊，挡住了，到时候换一个好看的一点屏幕。糊弄就送我啊，那我就我一个，我就一个，我咋送啊？送谁啊？送谁都不太好吧？我送你，他怎么办？送他你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为了公平起见，我还是自己把自己留着吧。就去店里试衣服去了，这钱确实是啊。你逛服装店的话，服装店里面可暖和了。我跟你讲，服装店里面不仅暖和，有时候还挺热的。有时候逛街都能够把自己逛热了。我跟你说啊，耳机没有电，只好去换个耳机啊。所以没有点关注，赶紧点关注啊！倒计时3天了，你周二了，就是周五晚上了啊。周五晚上，耳机插上电了吗？周五晚上啊，周五晚上可到时候就不讲课了啊，到时候就不讲课了。所以今天周二讲科一，周三讲科四，周四讲科一，而周五的话就下午，下午应该还会直播，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可能就不播了啊，可能到时候就会为晚上的跨年做一些准备。送我就是了，送闺蜜，直播间抽奖送菲菲，送了菲菲我怎么把自己送给你啊？快递给你吗？等快递到你那儿来还保鲜吗？可能就不保鲜了啊，可能就不新鲜了，宝贝儿。来好，1毛抽。我这么廉价的吗？1毛抽，我还你说1亿抽，我还能安慰一点。你说1毛抽，真的是这么廉价的吗？好，那我们现在就先讲到这儿了啊，正好大家也走的差不多了，我们也先走了啊。晚上到8点到10点还有直播的啊，所以没有关注的也赶紧点关注起来，关注起来啊！等到时候跨年了，你也找不着我了，我也找不着你，对不对？关注一下嘛，说不定到时候又挺好玩的。没事，我可以上门取件，自己直接上门取件来了。拜拜拜拜，我们晚上见啊，晚上见了宝贝儿，晚上见了啊，上门取件这个快递。